我老婆的内衣还放在我头上。啊？也不会怎样啊。放头上吗？而且开心啊，开心开心开心。你老公回来，你要给他递拖鞋，结果你再讲下去，我有点后悔，我应该娶。你应该娶。Pedro 帅，但是应该亚洲的婆婆妈妈们应该不喜欢自己的女婿一直脱衣服了。又矮，然后又不会聊天，那真的就是每一次你要跟他聊天，就是就会觉得我到底是跟谁在聊天，我都听不懂是在讲什么。我可以离开吗？爱脱衣服这件事情，我不脱了。是的，都很有事。哎，说有事的，哎，没事找事。欢迎收看《Hello， 你有事吗》。谈话节目啊，长达30年，把台湾的婆婆全面黑化、全面妖魔化，真的好可怜。搞得台湾的婆婆呢，抬不起头来。没错，你要比起台湾的婆婆，外国的婆婆也没好到哪里去啦。五十步笑百步啦。我们今天就讲外国的婆婆。我跟你讲，乌鸦还会笑猪黑嘞。乌鸦会笑猪。对呀、啊，等下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好, 好, 好，我懂。对呀、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主题改变了，针对外国的婆婆更难搞。对，外国的，对。嗯、好，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来宾。来，我们的平月、新雅，大家好，还有孙俪。来自美国的杜丽，来自韩国的金比秀，来自乌克兰的莎莎。那个破题哦，就是要单刀直入了。你们国家的婆婆有多难搞？其实台湾人很爱说美国人都是很开放，都是比较放松。其实还好，其实我们家有两个都是那一种啰里吧嗦的婆婆，应该是这样。机车的，很机车的那一种，你这样可以吗？就是只是比较爱管闲事这样。对对对，其实我妈跟她的姐姐就是这种人啊，真的。特别是那一种。比较重要的节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圣诞节，我们有时候我去我阿姨家那边，他就是有很多规定嘛。他说，我们一定要早上7点起床，因为我们早上7:30一定要吃早餐，然后8点前要吃完早餐，因为8点就是要开始拆礼物。那拆完礼物，差不多10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圣诞树所有的那些那个灯啊，还有那个decoration 那些东西拆掉，特别是那个上面那个天使，因为如果你早上11点前没有把那个天使拿掉，他会生气。谁生气？天使会生气，然后带来一些一年的不好的运气。所以你们有这样的迷信，对不对？这你不能说是迷信，因为他们就是因为真的会生气。因为就是你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准时6点出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要去教会。完美，对啊，就是一定要去教会，这样子我们才来得及。然后就是那不能不去教会，不能去阿弥陀佛啊。因为他们都不会讲中文，你在讲什么？然后教会完之后，就是要大家也要各自散开。对啊，就这样子。但是反正他是就是一个很龟毛的人，那特别是哪一种圣诞节、复活节啊，或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节日，对他就是一定要管得很细。可能尊重这样子的那个规矩多了，对啊。亲戚啊，老公是哪一国人？因为是美国人，所以说我也是对付美国婆婆。嗯，还好他现在已经化成灰放在我家了。所以你在美国人的习俗感觉很严重，骨灰不能放在什么灵骨塔。那你每天早上起床对着骨灰拉炮？没有，就跟婆婆同住啊，住得很愉快，很 peace 啊，这样子啊。可是你知道美国，那我婆婆当初我跟她住在一起的时候，她生前住在一起的时候是，你知道美国人很喜欢那种 garage sale， 就是车库拍卖，什么跳蚤市场。然后我婆婆她不但精打细算，她会认为说这个跳蚤市场，她就觉得这些都是古董。所以这些东西越陈旧，这叫做有个 story， 要有故事，有历史。好，所以说他很多喜欢就是挖宝嘛。挖宝的时候呢，他就会拿来送给我。我收过什么样的礼物呢？譬如说发卷，电卷棒，古董的梳子。古董的梳子有多么的古跟那个陈旧，有多么的有 story 呢？上面还有发丝，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上一个主人是谁。对，所以连头发上面，你看古董树上面有发丝。我就觉得说，以我们台湾人会觉得说，这就是人家不要东西拿来送给我，就是笨手是垃圾，叫做 trash。可是他觉得，他觉得，有的是上面还有冤魂呢。就是要有一个吓人故事性。有一次就是他还送我那个古董鞋，他说是古董鞋 ，quote 古董鞋，可就是人家不要鞋子，你穿出去，他还说来我们姐去吃饭，还会开口像啪嗒啪嗒啪
家的那一种。后来他自己也很喜欢举办 garage sale， 他也要自己搞跳蚤市场，就告诉我说：“心条，我告诉你哦，你的那个哈那个内衣，松脱内衣跟裤袜千万不要丢，因为他要卖给别人啊。松脱的内衣还能卖人？内裤也会。美国人就很喜欢，就是说就是。”要用那种就是传递幸福的感觉。我今天接受人家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我们的幸福也传递过去。不是，因为就是一种你可以，也或许有人需要。不过我就是觉得不是很舒服，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原汁原味的原味裤啊，为什么要让一个陌生的人来占有呢？对不对？其实我听到他们两个的故事，觉得他们两个故事很可爱。因为应该台湾人都知道韩国的婆婆其实蛮可怕的，韩国的婆婆比较坏，还是台湾的婆婆比较坏？我觉得是，哎，我是韩国人，好好说哦，秉正，还是韩国的婆婆比较坏，因为韩国婆婆家里的东西都会管，比如说家里整理好，连冰箱里面的东西整理好也他们会管，然后如有没有柜子里面我的儿子的什么零食啊什么都有没有准备好，然后健康食品有没有准备好，他们会管这些东西。所以韩国的老婆要准备这些东西。对，一定要准备这些东西。不准备会怎样？没有准备的话，他们过来家里被他骂他们的媳妇。而且所以人家说韩国的婆婆把韩国的媳妇当奴隶，是这个吗？是，我是因为有一个我听到我朋友的故事，觉得是真的是韩国的韩国婆婆把那个媳妇当奴隶，是因为我朋友家里他们洗完衣服，然后内裤内衣跟内裤吧，他们这样子，老公的衣服放在下面，我朋友，然后我朋友的女生，然后他自己的内衣放在上面，然后呢，他有一天那个，因为他老公是出差了，他老公不在。然后刚好她在里面忙东西的时候，就等那个她的婆婆来了。婆婆看到这个样子，就是大生气，然后骂她：“你为什么你的衣服放在我儿子的上面？”还有啊，对，母亲啊，下饭，就是觉得是你的衣服、你的内衣跟你老公的内衣要分开放，不要这样子，或者是你的内衣放在下面，老公的内衣放在上面。我听到这个故事，觉得哇塞。就真的是很像奴隶一样。哎，我老婆的不止放在我衣服上面，我老婆的内衣还放在我头上。啊，也不会怎样啊，放头上嘛。而且开心呢，开心开心开心。而且我以前听过是，我那个我朋友的老公感冒了，他婆婆来家里，你为什么让你的老公感冒？都是你没有关心他的，你要看他这么外面这么冷，要看他穿衣服多好，要帮他煮汤啊，对，帮他煮汤，然后他回来准备那个要那个热汤要给他泡水什么的。哎呦喂啊！哎，那他的媳妇为什么要忍耐？我觉得这是传统的，是比较传统的。韩国的社会新闻呢，我会有很多媳妇杀婆婆的吗？没有。其实啊，哥，现在韩国好很多了。你知道，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她姐姐就是嫁给韩国老公，一嫁进去之后，韩国老公就跟台湾老婆说：“啊，你不要工作了，然后就是你在家，然后照顾我们家。”然后婆婆也说：“对对对，他们是住在美国。”你问杜丽就知道，你问欣喜也知道，美国就比方说，如果她是我婆婆，我就是叫她欣喜啊。对，我不会叫她妈。然后比如他的名字，对，杜丽，对，杜丽，如果是我公公，我就叫他杜丽，我也不会叫他爸。对，那一开始结婚的时候，韩国老公就跟台湾老婆讲说，你绝对不可以叫我爸妈名字哦，哦，一定要叫爸爸妈妈这样子。然后好，不能工作了之后，婆婆就会到他们家来，然后规定我朋友的姐姐就规定这个台湾媳妇说。你三餐要给他们吃什么？因为我从小就是给我儿子、你老公吃这些东西。好啦，有小孩了，那因为美国小朋友上学都是带什么苹果啊、三明治啊、苹果汁啊这些，不行，你知道被他婆婆大臭骂，你怎么可以给小孩子吃这个东西？你本来就应该要给他吃米饭，米饭上面要有牛肉，然后晚上回来，你老公回来你要给他递拖鞋。结果你再讲下去，我有点后悔，我应该娶韩国。你应该娶。这样子，而且我跟你讲，到最后离婚，后来他们离婚了，因为真的那个文化的差异太大，没办法。然后是因为，比方说，我欣霞如果是我大姑好了，是韩国大姑，是欣霞，我这样跟她讲话，我不能叫她欣霞。就有一次，我朋友就叫了她的大姑说：“嘿，欣霞，然后什么 welcome 来我们家。”她大姑还有她婆婆当场大发飙，哎，就说你怎么可以不尊重你大姑？然后她老公当场也讲说，这是我姐姐，你要叫欧尼，是不是叫欧尼？对，欧尼，欧尼，对，什么欧尼？欧尼，新的姐姐，对，新的，因为她是后来进来的，那怎么讲？蔡欧尼，蔡欧尼，叫名字不行。我叫名字，我们不行，真的没礼貌。不行，不行。在亚洲都这样，不是吗？在台湾也是有的没的，就是那些亲戚有的没的，对，台湾也不行，很多有的没的称谓，我们都很辛苦的。
位真的蛮重要的，我现在发现。对啊，所以韩国人会像他讲的那样说，不准那个，不准上班，不准照名字。工作呢？其实现在好很多，但是真的是还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名称是老公叫做 Pakasaram。就是外面的人，然后老婆是叫做里面的人，安萨拉，所以是意思就是女生在家里做家庭的事，对，然后男生在外面赚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之后结婚也会这样？没有了，我是希望两个都在外面赚钱了。如果是我的老婆会赚钱，我在家里也可以。如果你的妈妈就是婆婆对你的老婆不满意的话，会导致离婚吗？也有这种事啊，对对对对。莎莎，乌克兰也会这样吗？我觉得我们也蛮可怕的。我觉得乌克兰婆婆也蛮强的，就是我今天，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婆婆怎么样，但是我今天拿来一个我朋友的例子嘛。反正我朋友结婚了之后，就发现婆婆好像没有接受那个想法，要把她的儿子给一个女生，就是好像儿子回做成自己的家庭，所以他好像没有另外一个女人，没有做那个分离的部分，你知道吗？所以他一直好像吃醋的样子，然后他会一直说啊，没关系啊，你瘦了，你看你瘦了，你老婆应该没有喂你吃饭，我就你看妈妈有煮东西给你吃，然后我朋友煮好东西，煮好晚餐，看到了他妈妈这样子开门说，哦，你看，我就妈妈带过来东西给你吃，然后这样子放油的美的，坏了，太瘦了。然后我朋友就傻眼，觉得啊，我不是已经煮好晚餐了吗？你为什么来这里还带东西过来？啊，然后他在那边，他讲话也是这么凶吗？你说，我朋友快气死，我跟你讲，他就是真的回答说，他的儿子就是。全对，不管怎么样，她就是生小孩，然后婆婆一直关说你要摊东西，就是衣服摊衣服才可以穿，给她穿，对，不然就是有细菌什么的。我那时候照顾你老公，照顾我儿子，照顾得比你好，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子。后来我朋友的老公打她，就是发生家暴，你知道吗？她就是打电话跟婆婆讲，你儿子真的真的哔哔哔哔哔。妈妈说什么？就是你害的啊！自己造成的，因为你欠揍。你看，对啊，他就是欠打，他就是完全不承认他儿子，不行啦，他儿子不行做事情。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完全不行。他好像一直戴着那个眼镜，就是完全看不到他儿子是真的一个王八蛋。这样很烂的，对啊。日本的婆婆也很可怕，真的。我朋友。结婚后其实很忙，工作很忙，没有很多时间去看婆婆。但是她常常给打电话给婆婆，然后就那个时候婆婆都会说啊，大丈夫大丈夫，没关系没关系，你忙的话就不用回来，没关系啊。我朋友也会一个月一次回去看婆婆这样子。就年底的时候吧，在日本是非常忙最忙的时间，她真的没办法回去。所以打电话给婆婆，就是婆婆也是一样，就说没关系没关系，大丈夫大丈夫，如果你忙的话就在家休息就好了，不用来不用来，真的不用来，没关系。然后就她过两个月回去婆婆家的时候，刚好遇到邻居，然后就邻居跟他们说，哎，你们是不是不孝顺？对，因为呢我天天都听到婆婆抱怨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回来。哎呦，我他不是讲呆舅姑吗？对啊，他们就说呆舅套话嘛，但是私底下没关系没关系，私底下应该都不爽。哎呦，对，然后就说哎，我连生病的时候都没有回来，他们是不是不想要回来看我呢？是这样子。然后说那个时候我朋友才知道他其实很生气，也是被邻居误会。然后他后来生小孩还在住院的时候，婆婆来看他，竟然他送给他一个丧礼用的白包，丧礼用的白包。我们通常日本是送他白包，对，为什么？因为都是用这种漂亮的，是才对的嘛。他是故意用它，然后就没想到，对，婆婆会说，因为呢，我跟你一样很忙，没有时间，不好意思哟，我没时间买红包啊，这样子。夸张了，我朋友超生气，气到我没办法。因为我台湾的朋友嫁去日本嘛，他说他日本婆婆多夸张，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台湾人用菜都喜欢，就是什么三菜一汤，大家来公筷母匙来分嘛。他婆婆第一天看到就觉得说，
不行，他说你知道我们日本人喜欢的就是用餐要有一些礼节，就是小碗、小钵、小盆、小盘这样子一个定时。他在家也是搞怀石料理，然后叫搞怀石料理。OK， 好，没问题。哎，我朋友就这样照做。可是你知道吗？他婆婆其实日本就是你问一下什么，就是他每个时期放在食物放在什么食器里面会很规定，她婆婆就是龟毛到这种程度。好比说茶碗蒸好了，我朋友想说就拿个碗公嘛，就是来蒸。哎，不行哎，茶碗蒸你要拿的是那个装茶的茶杯，是真的茶碗蒸的，就是这个茶碗蒸没有错。然后我跟大家讲，它会有多细，你知道吗？就是寿司要放在竹制的这个篮子上面。哎，结果那个什么沙西米哦，要放在陶制的长盘上面，连那个餐店啊你都要去配那个颜色。他说我的老天爷啊，所以说他只要就是没有配好颜色，没有放错，你知道吗？他婆婆就会非常不高兴，说你就是没有家教，你就是没有礼仪，这样就没家教。这叫做没家教，因为我们要知道那怀石料理这样子没有文化。日本人真的很讲究这个什么东西装在什么盘子上面。对对，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尤其是客人来的话一定要用干一点的，或是就比较长一点，或者是通常家里用的不一样。对，那茶碗蒸放在漱口杯里面不行，不行，不行，漱口杯是哪一种？漱口杯长什么样子啊？哪一种是怎样的？你告诉我，我也好想知道哦。能吃就好了。对呀、啊。好，来，现在聊回来台湾的婆婆。台湾婆婆。台湾的婆婆的哪些行为让外国人哭笑不得？来，我有一个土耳其的朋友，然后她就是有台湾老公，然后有一次她的婆婆就是说要帮小孩剪头发或者是修眉毛，因为说这样小孩子才会长得好看。然后我那时候朋友真的是无法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她同时也是很害怕，因为那个小孩可能会一直乱动什么的，然后就会可能会刮到小孩子的脸什么的。我有一个朋友是美国人，然后呢她嫁来台湾，然后她的婆婆就以为说美国人都很开放，所以他婆婆就说，他应该什么都可以接受。殊不知，他就定位了他媳妇，然后跟说他儿子的一些行踪在手机里面。他想说，这很 OK 啊，那我就可以很知道你们都在干嘛。就因为有一天，我朋友从家里面出门的时候，他婆婆就忽然一通电话打他手机，他说，哎呀，你要出门啦，那你顺便帮我买一个什么东西。我朋友吓死。我朋友她之前是生女儿，她的婆婆也叫她去拜拜喝福水，说下一代才可以生男生。我真的太惊讶傻眼。秉秀，我觉得台湾的婆婆你看不爽的，没不是看不爽，我觉得台湾婆婆跟媳妇的关系，我觉得蛮像朋友，但是这个有好跟不好。以前听到一个我朋友的故事，我有点笑到，是我朋友在外面忙，然后她的婆婆到家里，婆婆就没有吃什么东西嘛，然后我朋友直接叫外送便当给她吃，然后那个婆婆也是没有说什么，直接吃。因为如果韩国的话，我知道今天婆婆来，那就她先准备好餐，然后就放好，然后就要出门才对的，不然我们被骂。哦，不能帮她叫便当。对，不能叫便当给她吃，因为就是她叫麦当劳嘞，麦当劳，麦当劳更不行。哦，干嘛？婆婆不能吃薯条啊？我觉得如果韩国帮婆婆叫麦当劳，应该行，汉堡直接丢在她的脸上吧。我觉得好可怕哦。哎，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太像朋友，就有发生，就我觉得听到很奇怪的，不好的是，朋友的家庭是那个婆婆买给她的，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在，因为新婚嘛，就是刚结婚而已，所以是他们在床上就是那个新房的时候，他们门关起来，然后就是里面忙，但是。婆婆刚好来家里了，但是他们没有听到婆婆开门的声音，然后他们继续做嘛，然后婆婆开门看到了就跟他们说，哦，不好意思，然后你这个不好意思，没有，大家要讲什么？你们这个姿势不行啊！没有，你听，看到哦，不好意思，然后关门，然后婆婆，如果是韩国，应该要回家了，你先不可以在上面，先去，尊重，哎，我放了一下。烦嘞！没有，你让秉秀讲完啦。我朋友的婆婆在客厅等他们结束。哦，然后还有礼貌，还要等，其实也做不下去，还要等，结果就等30秒而已。那是你自己的故事是不是？你有什么故事要分享？我妈等多久？我妈等3天。哎，也太久了。妈，你都被操到干掉，我跟你讲。然后我朋友结束出去，然后就是哦，婆婆你来了这样，然后就婆婆为什么等他们呢？因为她就婆婆就跟我朋友说，哎，我跟你说了，
我的儿子最近看起来有点累，不要太想跟他做，因为他也就是也很严重什么的。然后觉得听到这个，觉得哇塞，这个也太像朋友的关系，也是很尴尬，很不好吧？我不知道他们是把他们当作朋友，或是他们就是把他们的小孩变成他们永远就是他们的小 baby 这样子，然后就是美的妈宝，对，就是一个妈宝。因为我就是发现，其实很多台湾，我身边台湾男生的朋友，他们到现在，如果他们还住家里的话，妈妈会帮他们整理房间啊，每天煮早餐、午餐、晚餐什么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太过头了，我觉得，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那个婆婆，就是很怕这个女生会让他的儿子戴绿帽，怕媳妇会偷。对的，然后就是从他们结婚的时候，他就是规定。他一定要开那个手机里面的定位，不管他去哪里，他要跟他的姐妹出去吃饭，他一定要先跟婆婆讲他们要去吃哪里，那就是要吃到几点，现场会不会有男生，那如果太多男生的话不准去哦。那有一次我就是跟这个我这个朋友出去吃饭，那也有很多女生，但是就现场就有两个男生，婆婆打电话给他，你们在哪里，你不是说你大概五点半会回家吗？他说对啊，我们今天可能会晚一点，有可能是我们吃完饭我们有可能会去唱歌之类的。那婆婆说不然你先开一下视讯，我要看一下现场有谁，那每给我看每个人，然后就看到我们现场有两个男生，他说啊，你今天要不要提早回来，因为我觉得今天你做这个是不对的，好像是你骗我的感觉。该不会是因为看到你吧？就是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啊，但是我们也是就是一群朋友啊，那总共有八个人，只有两个男生，有什么我们男生要干嘛？我们要他也不可能吧。是也不需要那么严重啊！对对，那没有，是婆婆讲的那么严重，你脑筋在想什么？是婆婆脑袋是有问题，不是我们啊！就是因为这样，我朋友真的不能接受。我没有婆婆，我是有我婆婆的婆婆，就是我老公的阿嬷。你老公的阿嬷 ，double 婆婆嘛？对，你老公的阿嬷 ，double。那因为你没有婆婆，所以她等于就是你婆婆。对，就真的什么都要管。我们前阵子有住在一起，冰箱她会管。洗菜怎我这么洗的会管，而且我就 OK 的洗，但是重点是他洗的太夸张了，他洗米那个米已经快透明了，你知道吗？他一直冲那个水，我不知道变透明了，他把营养都洗掉了。对，但是他就觉得不健康啊，不健康啊，然后一直洗，不清洁，不清洁，对，然后他洗菜，他还会泡着那个菜，可能泡两三次，好几个小时，我就觉得哇塞，好可怕，那就进去洗一洗就好了，你为什么还？我讲话都好笑。我煮的菜他从来不会吃啊？为什么？不好吃啊？他都觉得不干净。然后我就这样子，我煮两道菜，比如说他煮了两道菜，然后我们都吃饭，这边是我的盘子，然后他就是会拿他的菜这样子吃，然后我老公会拿我煮的菜，然后我妈会这样子看，你说。你没有看到不健康吗？就是不干净，然后就是他有时候讲的台语很深，你可能没听懂。然后跟儿子讲说，你买假衣，还低了假。反正就是那些负面的话，台语我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大连刮那个晒衣服哦，晒衣服也不行。我们有两个阳台，一个是前阳台，一个是后阳台。前阳台比较方便，比较低，那个刮东西比较低，然后就是比较快可以倒。我就去那边晒衣服，他就是一直很不爽，就一直跟我老没有跟我讲，就是一直跟我老公说，哎，君玉啊，刮个一空啊，不要在那边刮衣服啊，为什么？因为他就觉得。楼上的人看得到前阳台，可以看到我的内衣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有什么关系吗？关系啊，什么时候还可以看到？对啊，没有别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没关系，没有别的时候。反正他就是一直撵。然后后来我老公跟他吵了，很可怕。我老公那时候吃饭跟他吵那个晒衣服的事情，他就是把我的。最爱的筷子，那时候用我的筷子吃饭就把它折断。他那时候气死，因为他一直说那为什么不可以放在前阳台，他就是一直讲不听，在跟你争论对不对？他就是一直说啊，我跟你说真的不好，就是一直没办法真的回答那个问题啊。然后说人看到了，然后呢？能看到能怎样？真的有一些变态的人，因为就是有我认识一个主持人，他也很喜欢把内裤塞到他的头上哈。是谁呢？那是我的转运法。你如果这一阵子都低潮。
啊，像那个哈姐姐的弟弟最近事情很多，那就是运走空王。你回去跟哈教练讲说，塞能套内裤了啦。哥教他的，半夜三点。你看着镜头跟他讲，跟他讲半夜三点。哈教练，半夜三点拿你老婆的内裤，对不对？套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呢，要逆时针哦，不要顺时针哦，逆时针转几下，6636下，边转边喊逆转，逆转，再逆转，逆转，逆转，再逆转。你说的。对，转危为安。好，否极泰来。他一定会收到。荒谬哎。然后呢？所以你跟你婆婆和好了吗？有差，语言有差，我就已经快、阿嬷拜托啦，不要一直为难莎莎，好不好？阿嬷，没关系啊，他听不懂阿嬷。哎，豆丽，你帮他跟阿嬷说几句话。阿嬷，对啊，阿嬷，阿嬷，继续这样是因为他是坏人。真的，我跟你讲，他做的东西真的很脏啊。我刚才我真的碰过我朋友的婆婆，那个比较可怕，因为那个是故意的。就是你知道，因为我朋友娶的是一个外国女生，那这个外国女生其实外国人不太爱用名牌这种东西。那她的这个台湾婆婆呢，就是觉得她就跟她媳妇讲说，哎呀，你们外国人也不戴金饰啊什么，所以结婚我就不送你金饰咯，但是我会送你一些名牌。她婆婆就给了她很多，陆陆续续给她一些包啊，然后什么小戒指啊、小耳环，但是都是名牌货。然后好啦，有他们两个就去度蜜月，去了欧洲。你知道在欧洲背名牌假包会被是会被抓的，尤其你进海关，海关是可以把你有权利把你的包直接拿走丢掉。所以呢，他们就是背了一个假包，我随便举例哦，背一个 L 牌的假包好了，就进到欧洲 L 牌去逛街了。那因为太太根本不知道那是假包嘛，对不对？假包是婆婆送的。假包是婆婆送的，就他们就进去逛街了。结果你知道那个店员一看，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嘛。店员就立刻就说：“你这个是假包。”那你知道在欧洲，如果你背假包是犯法的，所以我现在要立刻报警。对，他就说要报警。然后结果他们就一直在那边解释，就说真的对不起，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对，最后呢，好，人家也通融不报警，可是就要求说你这个包包立刻要处理掉，立刻要丢掉，我们不会再让你背出这家店。那我这个朋友就是她老公也很好，就立刻就说把东西全部这样倒出来放桌上，然后就跟他老婆说你现在在店里面选一个包。对，所以就立刻买了一个新的真的包，然后就把那个假的给店员说啊，你就把这个丢掉，没有关系。好啦，这件事就戳穿了，对不对？对，老公呢也就一直跟老婆道歉说对不起，我妈可能很想要让你觉得说哦有送你名牌包，可是她可能没有这经济能力没有那么好。可是婆婆呢，后来我们才发现她是故意的，因为婆婆就一直问媳妇，吃饭的时候就问说，哎，你是不是不喜欢我送你的那些包？你怎么都没有背？那你知道外国人也很可爱，他就直接说，因为你送我的都是假的啊。阿弟呀，他直接讲哦，他直接讲，他就说，他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他就立刻戳穿他婆婆，他婆婆还在那边讲，怎么可能？我给你的怎么可能是假货？然后两个就吵起来，你知道吗？然后他婆婆最后我们觉得是故意的，就是因为他婆婆讲了一句，他婆婆说，不管是真的假的，我给你的你也要用吧，你总要感谢我吧。所以你就觉得天哪，何必呢？对啊，无理取闹。我一个德国的朋友，她嫁来台湾，那你知道有一次就是她回去看她那个台湾婆婆，你知道吗？然后她可能婆婆讲说，哎，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怎么一个回事？德国的媳妇就说啊，没有，最近可能就比较累。婆婆说，我告诉你，你比较累是不是？头有比较痛是不是？哎呦。刚不是就可能有拍咪呀上身还是怎么样？有拍咪呀拍咪呀，所以她婆婆就立刻就是给她一个热水，说：“那你来喝一下好了。”然后我这个德国朋友一喝，想说：“这奇怪，这个水灼灼，到底怎么一个回事？你知道吗？”婆婆就跟她讲说：“伯拉，因为我去拜拜的时尊就有求那个符，你知道吗？那个符的话化成灰，就把它变成符水，而且我还对你好，加码加香灰。啊，就说你喝下去头好壮壮，立刻就改，那个加料的，对，也不用带什么内裤什么东西，你就喝下去就好了。”好，那个等于是粉圆，他跟你在加荤桂，对呀、啊，加码加料嘛。那想说哇，她婆婆就是有点迷信到这个程度。于是呢，因为她的公公啊，对不起，她的老公他是一个业务，你知道吗？有一次啊，她那个婆婆就问儿子说，哎，儿子啊，最近业绩怎么样？儿子说，哎呀，最近业绩不是很好。哎呦，不是很好，是不是？我告诉你哦，在那个宗庙那个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人家去认那个素斋。素斋一桌3600，他说你要改运的话，你要认那个供桌这个素斋啊，你来认个3桌好了，3桌的话立刻又可以改运。
那他儿子就想说，好吧，妈妈讲的话也是要听，就想说我就先认个三桌。三桌的话呢，妈妈接下来就说，哎，那下一次怎么样？业绩有没有变好啊？儿子说，哎，妈，真的不错，真的有变好，有变好是不是？表示我们法师的这个法力无边，这个供桌你还要再继续认下去，来认五桌。那儿子想说啊，没完没了，我现在就是没完没了嘛，运很好啊，有业绩要认五桌。运不好，我告诉你，很抱歉，运不好，你认的不够多，再认十桌。所以说，接下来就是他说他跟他那个德国的媳妇在婆婆面前，真的不敢有笑，也不敢有泪，就哭笑不得。为什么？因为只要我情绪不好，他就说我告诉你，拍咪啊，上身要喝浮水，而且你那个运不好要认供桌。你去跟那个德国老公的那个老公说，以后不用认，照那个玉林哥刚那个带内裤然后逆转36圈那个就好，不用花钱。哎，苏米苏米，真的是台湾婆婆，真的是我要讲一下。对，通常在日本。我们结婚啊，登记啊，我相信其他国家也是都会挑对两个人有意义的日子，对不 对？像生日啊，还有什么交往的开始的纪念日啊，那些很浪漫，对不对？我也梦想到这个，然后跟台湾的男生结婚嘛。结果嘞，我在日本登记的日期，然后在台湾登记的日期，婚礼的日期。都是被婆婆决定，对，她去算命、选日子，对，然后就选日子。所以呢，我结婚大概已经8年了，到现在都不记得我的结婚纪念日是什么时候，真的，因为不是我自己决定的。不记得，你可以问婆婆啊。对呀、啊，你可以问婆婆，对，她最清楚了。对，一定要。万一有一天婆婆走了，这个变成一个谜。对，真的是问号。婆婆要走之前，一定抓她的手，你给我写下来。结婚纪念日，我到现场也见到了。还有夸张的是，就风水的部分嘛。那比如说我家有养猫，然后就它的玩具放在窗下，我把窗移动，然后就捡东西嘛，然后就我没有放回去，然后就我婆婆看到，她就说：“哎呦，这个床不能随便动哦，你知道吗？一定要看过日子。”然后就敲一敲，这样子有意思，做过意思才可以动的咯，不可以。我说哦，好哦。然后就下次我把餐桌移一下，然后就婆婆又来了，看到这个就说，哎，你又乱动了，这个餐桌不能乱动。对，而且呢，你看那个天花板上面的角落，面对这个餐桌不好，这个对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这个要移动哦。但是今天不能动，要算日子。哦，算日子，烦呐，受不了了，辛苦，很会算日子，好像是，我觉得受不了，我不懂，吃东西要对的盘子。搬桌子也要对的日子，对，那就饿死。哎，莎莎，你那个，那就饿死了。莎莎，你那个阿妈会叫你，那就饿死。你那个阿妈会叫你拜拜吗？她一定要。啊，你也要拜吗？就当然，就是我们在那边，特别是过年，我们就在那边站着，然后我也没办法在旁边，我就跟他们一起站着，然后他们就坐过去给你香，你对，我也是，然后我就跟，我就跟着大家都这样子。啊，你在拜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在骂他？没有，我没那么的话，我念一念就好了，我没那么的话，那么坏，哎呀，我真的骂他，我念一下就好了。哎呦，你们今天擦枪的时候，你去。没那么坏啦，开玩笑啦，对啊，开玩笑的，他很爱阿妈。我相信，我相信。来，你跟着阿妈，我爱你，来。好笑，直接不用言语真的说不出来，真的是这样。你要他说出来，他会吐。对呀，会吐。哪一国的老公处理婆媳问题最糟糕？意大利老公比较不会去处理婆媳的问题。我有一个朋友是非常非常的妈宝，每次他老婆跟妈妈有矛盾的时候都不需要处理，因为妈妈永远是对的。我朋友就是嫁给韩国的老公，只要她婆婆一个眼神不对，她就会被她老公教训一顿。如果她回嘴的话，她老公还会说她不懂礼貌。哎，拜托你们韩国人搞清楚好不好？我老公是美国人，但我们交往时期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去我婆婆的家，然后家里可能就是比较脏乱，然后不好闻，我就跟老公反映这件事情。那当时我老公还是我男朋友的时候，他竟然就直接指责婆婆，然后说不准让任何人进来你们家，直
接在我面前直接斥责他妈妈，当时心里就想说天哪，那之后我们之间不是关系就整个是冰冻到极致吗？超不 OK 的。 OK， 来阿姐姐。我觉得好，我要先讲我个人这一题，我觉得是台湾刚结婚的时候，说真的我不知道我婆婆很怕狗，那其实我自己是非常爱狗，我从小到大养狗养一辈子。我婆婆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她来之前她也不跟我说她怕狗，我老公也没说，结果婆婆来了呢，我们家两只小的约克夏跟马尔济斯，小只的很可爱，那但是就会叫叫叫叫叫嘛，然后会咬着玩具去跟婆婆玩。你知道我婆婆真的是直接从门口就这样，她是这样子走开，好像是蟑螂还是什么，你知道吗？真的害怕尖叫到。后来是跳到我家沙发，而且是跳到沙发椅背上，他跳非常高。然后那一次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吓到，我想说怎么会有人怕狗怕成这样，然后我就赶快把两只狗关到房间去。可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婆婆是要来吃饭的，我就要叫我老公去想说哎，怎么办，快点你想个办法，是怎么弄搞定你妈，还是我们要怎么处理这样子。我老公竟然飘到厕所去，然后把门锁在里面，然后跟我说我上个厕所，然后20分钟没有出来，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狗也要不要放我也不知道，我婆婆要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就想说好，我那时候就很生气，但我就跟我婆婆讲说不然我们出去吃饭，但我婆婆又不要。到最后没办法，我老公好不容易从厕所出来了之后，我就跟他说那既然这样好了，我就当着我婆婆的面讲说妈，因为我知道你怕狗，可是我今天才知道，那我知道其实你是因为你想来看儿子，来看你儿子，那这样子你们两个晚上在家吃饭，我带狗出去，这也是一个圆融的办法。我带狗出去，那不是我不想跟你吃饭，因为我希望你们母子可以好好聊聊天，因为结婚了嘛，所以我就带狗出去。回来以后我就非常气，我就跟我老公说，你那时候躲到厕所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知道后来我老公跟我讲，我老公说，我在你面前如果数落我妈，对你也不好，但是如果我在我妈面前说你，那我日子还要不要过？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说真的男生也很辛苦，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处理是最好。很辛苦啦，但是因为男生不能浴室就躲在厕所里面，对啊，好像是他的避风港一样。对、啊、你知道那个鸵鸟遇到敌人不是会把头埋进沙子里面吗？男人遇到困难把头埋在马桶里面。啊，你会不会埋在马桶里面洗头？是我是勇于面对，你要面对他解决他嘛。对啊，真的没错。苏米，我觉得日本老公也是很糟糕。我朋友没有很喜欢吃橘子哦，对，但是呢她婆婆一直寄给她橘子，所以她跟老公说哎，就可不可以跟婆婆说一下不要再寄给我橘子。老公说哦好，但是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寄来的，对。然后但是她根本没有吃完嘛，她没办法，那是放在那边，然后就开始发霉乱掉的。那个时候刚好婆婆来她家看到，然后他很伤心，好像被浪费他的就那个良心，对他的心意这样子。后来呢，波波想要带他们的孩子嘛，就是孙子，去看他。对，波波跟儿子讲，哎，可不可以跟太太讲一下？他说，哦，好，我会跟太太讲，不用担心。对，但是老公都没有跟他讲，所以太太都不知道。对，过了大概2-3年后。婆婆很爆炸啊，对，很生气的说，为什么你都没有带那个孙子过来看我们，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对，然后就那个时候太太才发现哈，她都没有，老公都没有跟我讲，老公没跟她讲，对对对，所以她都不知道。对，然后就也是那个橘子的事情，也是后来才发现，因为老公都没有跟妈妈讲，对对，妈妈对讲就不知道。对，然后就他们就吵架嘛，吵到不行，然后就最后离婚了。啊，对，我有一个韩国朋友，女生嫁到韩国，那她妈妈也是，家应该也算蛮有钱的，就是她买车子，婆婆也想要帮忙出这个钱买车子，想买大台一点。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有些也是一样有争执啊，那老公也是不讲话的啊，就是直接飘走，他完全不想处理这件事情、啊。用飘的，飘的，梦遗法师啊，随风而来，也随风而去。飘走了，不关我的事，你们自己吵吧，吵到怎么样都不关我的事，这样。我跟你讲，都一样。我们在卡在中间，我们如果是帮谁多长多话，就是我们就是好像互相被骂。我帮妈妈长也是被骂，我帮老婆长也是被骂，就是所以我们就讲就好了。我朋友就是嫁给法国人，然后他去那个法国那边住。
然后呢，就是我那个朋友的老公法国人，每天跟妈妈视讯，妈妈打给他，哦，儿子我很想你，一天一次，哎呀，对，然后每天打给视讯说，哦 ，OK， 那我太想你了，我要去找你。然后他就是一个礼拜差不多四五天都在那个他的儿子的家里，跟他们就刚结婚而已，但是每次跟婆婆、我朋友，然后他的老公，他们三个一起。然后我后来朋友有点受不了了，那直接跟他的老公讲说，你要帮我跟你妈妈讲说你不要太常来了。我朋友的老公生气了，你管我？他是我妈妈，他怎么这样子跟你妈妈讲啊？对，他是我妈妈，他想伤到他的心吧？对啊，他是想我来的，你要这样讲也是不对啊，你这样态度不好的。然后他们后来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们结婚一年多就真的是离婚了。对啊，他要跟妈妈比较多时间，那干嘛需要老婆？其实如果他跟妈妈那么好，那干嘛还要结婚跟女儿？不是还说对老婆说，哦，你煮的饭没有我妈妈那么好吃，哦，很讨厌。对啊，这个那你就跟你妈住吧。洗完菜啊，不行，我拿回去给我妈洗好了。其实我觉得我的美国老公他是属于一个是勇敢表达的人，可是我也不知道说哇，原来美国人可以直白成这个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公公婆婆住的时候，我公公婆婆他们有在室内家里面抽烟的习惯。那你当月其实我不碰烟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讲，就是说，哎，我还给他一个好的理由，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就是很婉转的跟你的爸爸妈妈讲说，就是因为我天生有气喘，那烟味的话会引发我的气喘，他们可以抽，可是可能我在现场的话，他们可能就是不要忍着不要抽，或是可以去外面，他们有庭院嘛这样子。他说没问题，要婉转。Sure, no problem. OK, 婉转，我知道婉转是什么这样子。好，有一天就是我在现场上，爸爸妈妈就是开始点了烟，就开始抽嘛这样子。他立刻抓嘛，就上身就说，我的妈，我都不要心想要他的气喘病要发作了。你们凶手！立刻打一，说你们怎么可以抽烟？这是谋杀。那个什么打119救护车，心跳的气喘病要发作，然后立刻很抓马的一样到他面前把烟赶快扯下来，然后把它弄熄掉。我就想说，天哪，你不是要婉转吗？他说，我说你不是要婉转，他说我很婉转，我很诚实的去告诉他们这整件事情。我说你可以不要这么抓吗？所以你知道那时候你真的觉得多尴尬，我跟我公公婆婆的关系立刻降到冰点，因为他们就觉得他们让我的气喘病要病发了，然后他们 911。 对，至少你老公有帮你想好故事啊，帮你套好啊，也没有说是你的问题啊。至少没有避难。对啊，因为有一些老公，像我有一个西班牙的朋友，他就是这种人，他把所有的问题套到他的老婆身上，而且问题都是他自己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浪漫的那一种人啊，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的那一种。那就是老婆跟老公，他说啊，你最近你妈妈有点生病了，你要记得拿这些药过去给妈妈。然后说好好好，然后结果出去。自己喝醉了，没有带药，或是生日，他说啊，我帮你妈妈准备这个生日礼物啊，你等一下，你要等一下拿过去给她好了。好，再过几个礼拜才发现礼物还在，最后就是跟婆婆说，啊妈，我跟你讲是做老婆的问题。然后把所有的问题就说是老婆忘记生日，老婆根本没有拿这个药。然后最后他们真的离婚了。因为就是这个老公是非常不好，你看美国人多好。有每个国家都每个国家可能都有婆媳一些问题，可是也不是说只有台湾啊，其他地方也都会有遇到。对啊，这个但真的也有好的婆婆，我是说真的很多的婆媳问题不分国家地区的，因为它本质的问题是情绪感情啊，对，就是不外乎就是妈妈跟儿子嘛，那几十年的感情，然后你这个那个第三者闯入了，对不对？那当然你再怎么样，你总是没有他跟他儿子亲嘛。对啦，没有错，所以这根本还是在感情的那个层面上面，所以也是有遇到。好婆婆就像我一样，I love you. 你们这样结婚多久？我们结婚多久啊？不急，快点帮我算一下，糟糕了，两年多吗？啊，两年啊，对，两年。对啊，我记得两年。结婚的日子也是婆婆算的吗？还是我是婆婆，是我算的？有啦，有两年，两年多跟婆婆的相处，我要看。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可是真的很好，就是我觉得她把我当做自己的女儿在看待，对，所以真的我是还蛮幸运的。那我也只能祝福你了，真的。你又在那边，谢谢大家的分享。
说你正常，他说你不正常，我就问你正常吗？如果你很想嫁给外国人，可以吗？生个 I know call 可以，没问题，但是要慎选就是了，嗯，因为怕受不了他们。OK， 好，那我们就今天帮你挑挑看，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来很多了哈，我们先介绍于浩然。嗨，大家好，大家好，一哥好。贾斯汀今天超级像1950年代的贾斯汀哈。对，为了给我们观众婆婆妈妈看，给他们好面子了。对对对，好好好好 ，OK， 好，金明秀。Okay、我们这里来，马丁，简约而来。对，好，这个瑞典的简约风。Okay、好，哎，德罗，有穿衣服而来。嗯，对，谢谢。好，来，少侠。嗨。这个务实的德国风是是是。好，请问一下，台湾婆妈哪一种行为会让你不笑不得啊？A 看到老外就摸，哎呦 ，B 打包抢便宜速度快，来 A 还是 B， 请选择。哎呦，要摸！我遇到太多次了，因为我之前演八点档嘛，所以我在南部是很红。在南部所有的婆婆妈妈有，只要我下南部，所有的婆婆妈妈就会过来，哎，是马丁马丁，然后想要给我拍照呢。所以他在北部不红，也没有没有没有，是南部是超级红。北部的婆妈喜欢你，但是不会摸。对，哦，那南部的。婆妈会摸，但不代表喜欢。其实北部也好极端呢。其实北部的也会了，但是南部真的很夸张，因为他们就是会什么勾手、勾脚、那个勾手啊，或是抱抱什么。但是我遇到有一些夸张的例子，就是像说他们过来，哎，可以给你拍照吗？然后说啊，当然可以啊。然后他们就会贴得很近，然后就这样子啊，一二三。然后就是直接在，如果是你就很喜欢，你还会在那边抖啊。但是我会觉得我好怕的，然后就觉得等我等到最后一秒，对，有一点瑞典人又有社交距离，哦，突然被这么靠近，对，会吓一跳，会吓一跳。但是也觉得他们蛮可爱。我们也有社交距离啦，但是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发现，哎，你们阿姨很喜欢摸，他们有逛菜市场习惯了。对，他们到菜市场，那猪肉也是搓一下，嗯，可以不切哦，敲脱。没办法。我要替婆妈解释一下，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身体各方面都很好，在我们这一代或我们妈妈那一代，嫁的老公都是那种，就是身材。就是那样子的，你知道吗，美人姐？那你想想看，什么意思？看这样子看了几十年，突然看到外国人这种，你当然就会勾起你。但是你们抹的方式也怪怪的啦，也不正常。怪在哪里？很多人很喜欢直接摸我的鼻子，他说：“哎，我可以摸你的鼻子吗？”然后我都跟他们玩说：“哎，来摸，摸。”幼稚，我就这样跟他们玩。但后来我发现，我不管我在部落啊，还是我在台北某个地方上课。阿姨很喜欢牵我的手，而且是不是一般的牵哦，她很喜欢十字扣，哇，把我带来带去介绍，真的假的？真的，我觉得韩国跟台湾差不多，韩国的阿祖玛也是。很喜欢爱摸，对，爱摸。我来台湾，因为他们都听到我是韩国人，你一个人来台湾很辛苦，然后他们就一直这样就牵手，然后一直摸，然后就一直抱我，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都是想到我奶奶哦，我妈妈，想哭，因为我奶奶也是很爱抱我，然后就是他们觉得韩国人都有整形吧，然后他们就看到，哎，炳秀你这个眼睛是真的吗？这鼻子是真的吗？然后他们会可以摸吗？他直接戳你眼睛，没有眼睛都是真的吗？这样，然后鼻子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没有做好，比较垂，对你可以拿去拉一下，没有，我直接给他们摸，因为我真的我奶奶也是很爱摸我的脸，所以我就每次看到他们都想到我家人。那佩罗是选 A， 因为 B 也是他们就是抢便宜的，敌不过我嘛，就是只要是打包的或是剩下的菜，我都会带回家。上次去那个前任过年的那个剩下的过年菜，我就打包，那个喷我可以吃一两个礼拜，啊，这个我第一，反正他已经是喷了嘛，也不差两个礼拜两个月了，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喷了。但是台湾的婆婆妈妈们也觉得我们来台湾的外国人基本上是没有钱的流浪汉，所以就会给我们一堆喷。谁跟你说来台湾的外国人是流浪汉？有这个偏见吧，有这个刻板。印象，那摸的呢？摸的是比较夸张的，就是我长得很立体，他们就觉得哇，你的鼻子哇一直抓，然后你的眼窝好深哦，哇肌肉嘛也很立体，他们哇有 muscle 嘞，一直摸，那我也觉得也不错，就把它当一个职业。他摸你胸部，你就脱掉裤子。
先要看到 money， 后面的 money 就我摸摸，尽量摸。赵翔呢？我还蛮羡慕他们，我们要这样被对待，不是被撞的，是那种周年庆的时候，所以我选 B 嘛。哎，周年庆我在台湾，我好像第一年就看到，我那时候一个朋友带我去，我说我没有很喜欢逛街，可是看了一下嘛，我从外面就看。他们正要开门，很多人在那边排队。我想说好夸张，他们是为什么排队？周年庆。我说哦，好看一下，就过去。一开门，大家都哇，好像100年没有吃饭这样子，然后快饿死那种。然后我想在那边慢慢看，我一直被后面撞，然后阿妈那种手肘呢，然后在那边有一个阿妈从那边抢到一些别人要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我要，他们在那边吵架。我想说，到底是世界末日吗？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在德国没有这样的，德国没有周年庆，有吧？我们是觉得我们的周年庆真的很就慢慢逛吧，不是那种。大家觉得节俭是美德嘛，对不对？所以别人说，像我刚结婚那个时候，有时候可能来录影，有一些便当，你就会觉得说不要浪费。像我们有些要选媳妇，也是会选那种勤俭持家、很节俭，对不对？运哥，对不对？对呀。对，那时候便当拿回去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节俭是美德。可后来就是被人家讲到说什么过不好啊，什么连录影地方的便当都要拿回去之后，我就会开始会稍微克制一点。那别的人结婚都是参加酒会，我嫁给我老公参加庙会最多。你知道庙会每次半桌。那些婆婆妈妈，我觉得可以节俭，但有时候别人说可能那个布丁上来或是什么上来，你正要夹的时候，他就说不吃，对不对？不吃，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打包，你也会想打包，可是你是艺人，所以我每次看人家打包的时候，我就会一直看。那除非说那个妈妈自己装到很多，就会说，哎，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我说，哦，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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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想说，好吧，就是别说没关系，多坚持几下，我就会拿走了。对，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就是旧的观念就是节俭。那我妈也是，那有一次她就说她去参加谁的婚礼，那我本来我一直说问她红包包多少。他们说你包多少？哦，我包很多呢，龙虾也包，油饭也包，其他也包。我就问你红包包多少？不是，他们的包就是指那个包。我跟你讲，菜还好，有人就直接那个桌上会摆酒嘛，酒就先拿了。嗯，对 对，有人会先拿酒。你知道我27年前结婚的时候，我亏了100多万吗？你亏100多万，我是有史以来结婚亏100多万的人，酒全部拿走，然后现场20几万的花，连花台都搬走。那时候很多南部的亲戚，27年前就是2000块，然后就是一家坐了快一桌了，然后还要包车从恒春再上来台北，吃完再送回去。哎，你还记得你收过最大包的红包是多少？6000。而且那时候圆山连酒一桌差不多15000，那其他大概都800。27年前啊，那你觉得包800做了快一桌，怎么可能不亏？我最大包是32万，然后宪哥包了18万。嗯，你说结婚后来是谁？三十万是我一个民间友人做那个资源回收的。对。很厉害，他做资源回收包给你32万，你拿不下去。他资源回收，他一年赚好几亿呢。哦，哎你，我讲的资源回收不是路边捡垃圾的呢，他是收购全台湾的冷气、电脑，然后提炼贵金属。OK， 你以为我去收那个拾荒老人？一世人的钱包，一世人一大头家，因家6架车嘞。好，我们来看哪一种行为哭笑不得。台湾婆妈哪种行为让你哭笑不得？听听 KOL 怎么说。我的答案一定是 B。我之前去吃一个很好吃的火锅，我旁边坐了一个阿姨。后来的那个阿姨没有把东西吃完，就叫了服务员帮她打包。那当服务员在包的时候，她还自己跑去饭区那里，她有捞了很多很多很多白饭。后来她还不满意，旁边还有一个汤，她捞了很多很多汤，旁边还有一锅卤肉，因为你可以做卤肉饭，她把那个卤肉都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她就是 A 了那么多东西。我选 B。有一天我在路上有看到有一家便当。点会给免费便当，那个便当店是11点开门吧？可是早上6、7点已经有一些阿姨在前面已经在排队，中午12点就回家，所以我经过那个便当的前面，还有些阿姨在吵架，因为有太多人来拿那个免费的便当，所以他们太怕拿不到，为了一个便当要吵架吗？
根据调查，多数 KOL 投给的 B 打包抢便宜，速度快，得票比例68%，你觉得正常吗？好，所以大多数呢都选择打包抢便宜，速度快，选 A 的不正常，请喷。接下来请各位老外预测自己是台湾婆妈心中的第几名。自己预测，因为其实我们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现在先不揭晓，连自己预测。贾斯汀，你觉得你会第几名？很难说啊，但我觉得我是第一名。真难说。对。为什么你觉得你是第一名？我觉得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啦，我有整个台湾都跑过，然后我会觉得我很有婆婆妈妈老人院。老人员，老人员，他们很喜欢跟我聊天嘛，尤其还今天穿这样，对不对？对对对，对我今天，就是给婆婆妈妈好看嘛，就是这样子，就是品格很端正的样子。对，马丁呢？我觉得我当然就是第一名嘛，身高有啊，外表也有啊，然后我也很亲切嘛，我很爱台湾啊，会学台语啊，台语歌，我也做家事啊，会煮饭，会照顾小孩，已经照顾了9年了，就这些都是一些优点嘛。哎，我也是瑞典人啊，瑞典的福利又很好啊，所以嫁给我就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万一最后揭晓你是最后一名，你会恨台湾吗？不会，就是他会把所有台湾的 IKEA 一起回去。对对对，我把 IKEA 带回去。少侠少侠，不给你们了。我给自己第三名啊，因为我觉得当然以外国人来讲，我应该是第一名啦。可是我觉得台湾对德国有很多刻板印象，觉得德国人可能难相处啊，严肃啊，什么不幽默什么的，所以就少侠当女婿有点难聊吧。那这样应该最后一名才没有。太帅没办法会弥补。德国人怎么相处，那是文化不同。我举个例子好了，请问你们德国人准备那个要为家人准备那个 Christmas 的 gift 的时候，你们会先问吗？不一定。你得到的礼物是你不想要的，你会怎么表现？我会就是谢谢，会假装是不错的。不会马上就说不会怎么了啊？你以为我们会啊？好烂的礼物啊，不要送回去。因为德国对啦，其实确实给人家很多刻板印象。德国的小孩会哭吗？你们不是都很冷静吗？没有，德国小孩当然也会哭啊。德国人还是有心啦，我们不是机器人。OK， 佩德罗不用问了，一定是第一名。还是要问，因为我的第一名不是像他们这样自己讲，我是有问观众，我是有做功课。哦，对，我问了很多人，就是。他们大概比较在乎的是高富帅嘛，那高我可能是最我的下体比较短一点，其中两只有一只很不短，但是就先讲那个身高，身高是我最矮的，但是我身高垫177，最合格，可以，啊其他我都是第一名啊，富就是我们这里不是比谁有钱，是比穷，因为是在工作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工作过的，但里面我是工作最勤劳的，很意外，但是是我储蓄，我也蛮意外的。其实拍的，我跟你讲，我妈不在乎你工作多不多，他们在乎你钱多不多。我比你们多啊，比你们多就好，我是今天第一名，这里就好。他真的很认真哎，那个每次尾牙季哦，哇，那个常常在尾牙的场合就看到佩德罗。啊，然后他好像怕被别人认出来哦，戴墨镜站在最旁边，然后在那滑水哈，因为太用力跳会被人家认出来嘛。对，他每次都被我认出来，因为我是主持人，他每天晚上要走，佩德罗，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哇，没办法低调。Anyway， 我是最勤的，老师、外快我都有在赚，我的储蓄是最多的啊。他们可能金炳秀吧，他是老师，可能是在我后面第二名，其他都虚拟币那种。所以就啊，除了高富帅，台湾就是那个学历社会嘛。对啊，我就是百年一遇的一个才子，有有的，寒窗苦读的一个知识分子，双硕士博士的。哇，可以美哇。先恭喜你哦，第一名，自己做的。不是你忘记，你一直误会，婆妈他们在乎男生的比男生的学历是为了钱啊，你完全没有利用你的优点赚钱啊，你完全浪费你所有的优点啊。但我有那个潜力在，其实这些潜力永远都达不到目标啊。来，金敏秀，我是其实有点没有自信，因为在台湾的长辈们还是觉得韩国男生是大男人，是的，或者是什么打还是打老婆，是啊，而且是那种韩剧里面很多韩国的老公都是
外遇。对对，所以我就怕有可能，而且是韩国的生活比较压力比较大。而且 Barbie 在韩国卖的不好。对，哦是哦，因为大家都因为那个是比较偏女生那边的，对。所以是我觉得，所以韩国重男轻女啊，对，所以台湾的婆婆妈妈有可能应该是把我安排到 OK， 有可能，我们要这边五位外国型男啊，那到底谁是我们台湾婆妈心目中最佳女婿？啊，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特别接访50位婆婆妈妈，对不对？揭晓排名好了，从中间开始看。我跟你讲哦，中间你揭晓。刚刚谁说自己第三名啊？何少侠。对，好，希望是你呢。第三名哦，至少安心呐，啊，因为就不会最后一名了嘛，而且也不会太难看，对不对？所以第三名这个位置谁先抢到啊？这个算是立于不败之地。第三名，啊，我没看到，来是谁呢？你看哦，他们不在乎，但其实每个人眼睛都盯着这里，很在乎。第三名是谁呢？第三名，哎，比你自己预期高一名哎。对，第三名可以。先看婆妈怎么说你，然后再听你怎么说。来，我们看看 VCR。金炳秀，因为他是亚洲跟我们这边比较文化比较接近，他有正常工作，收入比较正常。他年轻又帅又可爱，韩国欧巴。他看起来比较温柔，比较秀气一点，就像韩剧一样，长得比较帅气。因为他笑脸看眼睛，结果回来变雄心。一般来说，我们怕韩国人有大男人主义，所以不是他不好，是怕韩国人有大男人主义，怕女儿受苦了。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不够成熟稳重，感觉会比较担心一点，感觉会花心，想说生下来要整形啊。阶级制度比较重一点，然后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婆媳问题。自杀率不是全球最高吗？他们那边的脾气可能比较不好，韩国人比较自私，不讲信用，因为他们每次比赛什么小动作一大堆，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不好，我也怕他以后会对我女儿做小动作。来，好的部分不用回应了啦，不好的部分可能要回应一下。好像是没错。自杀率很高吗？我们自杀率很高，因为韩国生活真的压力太大，从小时候一直跟人家比我们生活怎么样，我们赚钱的怎么样，对，所以是大家都压力很大。有的人讲说韩国人大男人主义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现在的韩国男生没有大男人主义，有可能是大男人会变。为什么芭比卖不好？那个有点难说，那个有点复杂，可能是好莱坞的问题了。可是，在韩国真的芭比很难，对，大家都骂。另外一个妈妈讲得很直接，说韩国人被骂，不是卖不好而已，是被骂。对，被骂。他们说韩国人小动作很多。这很多同意，韩国人小动作很多，而且是特别是刚刚那个婆婆妈妈讲比赛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比赛就有点疯掉。他们有要比较嘛，所以就是他们很想赢啊。是啦，好，马丁，你有什么话要说？我觉得我就不错啊，因为我预测本来就是第三名嘛，因为就是帅的脸嘛，又亲切啊，然后因为唯一一个亚洲人嘛，在这里面嘛，所以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婆婆妈妈喜欢嘛。刚刚一些可能就是韩剧嘛，看那个欧巴，就是可惜的点是不能生一种那种混血的可爱宝贝。我也是因为大家对台湾比较对韩国的那种连续剧偶像剧比较熟悉嘛，所以我把金敏秀放在第二名。你本来预测他第二名，对，而且他很会教书啊，他是老师，又很会打拳嘛。然后我觉得他很有这种很会照顾家里。那你本来预测他第二名，意思是你还是认为自己是第一名？对对对对。那一点点啊，其实我的分析也蛮像的，就是我第一名，然后金炳秀也是第二名，就是没有错，身高 OK， 帅欧巴，然后工作是我们里面最稳定的，唯一的真的有在上班的人。韩国人这个身份其实是一个双面的东西，一方面是比较跟台湾人有亲和力嘛，他的脸比较像台湾人，不会像我们那么有距离感。但刚刚讲的大男人主义，就是我们西方的比较是服务性的，就是服务取悦女人，他们是大男人，看到女生到家，他就是啊，哪认识我啊，服务我啊，是啊，对啊，非常多，用讲的就好，不要有没有交女朋友的男生，好，那浩然。
然呢？后来你预测他第一名啊、喔？我预测第一名、啊，你就是中了韩剧的毒了。我也以为他第一名，是叫你不要一直看那个。因为你知道，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会给他第一名？第一个，我觉得文化差异比较接近、嗯；第二个，我觉得韩国人虽然说压力很大，自杀率很高。但是对一个岳母而言，如果女婿是处处督促自己，希望变好，因为你有压力才会让自己督促自己成长嘛。那外国人感觉就是他们不会去想到将来老了的生活，而且他们会觉得孩子十八岁我就是要踢出去，我俩没有明天。对对对对对，那这样与其这样子的话，如果要女儿找一个老公的话，那当然是找一个对自己处处会督促自己，对未来有想法很努力的人。哦，再来就难看了哦，因为第三名以后这个就算是 B 段班了。要先是什么？第四名啊、哦？第四名，对。如果我是第四名，以我的个性，我就离开现场。第五名呢？第五名，直接叫救护车。我有那么惨？你会不会是第四名？不可能！我的第四名真的有点难看，因为等于是地狱标准值。不要给我压力。第四名，他们好认真啊！第四名是谁呢？用的生技金亮小子22毫克高含量叶黄素，第三件零元，赶紧搜寻金亮小子。哇！你不是最后一名吗？是最后一名啊！因为，为什么这么难？一定啊！不可能啦！是跟我来算一下运气啊！嫁给那个佩德罗，因为他学历很好，而且又引导，还读到博士。他会8种语言，如果女儿嫁过去，就可以带我跟女儿到世界各国去玩。哎，因遐吼票困的较济，早起若嫁去遐吼，会较幸福啦。佩德罗，他看起来好像很花心哎，他嘴巴很油嘴滑舌，给人家第一感觉就不安全，怕他结婚后对别人比较浪漫，看起来。OK， 会怕，他不会。因为他很臭屁，自我感觉良好啊。他可能民族性跟我们比较不合，治安比较不好。他们西班牙人看起来就比较懒惰一点。他那么，因为他们国家破产，嫁过去担心钱的问题，就动不动在上节目就是脱衣服，然后秀他的肌肉这样，不喜欢这样。那太暴露了啦。每次脱衣服我不大喜欢，我们家没有哈，没有那个习惯。他们家没有脱衣服。我跟你讲，佩德罗不是第五名，也已经应该要很开心了。你本来预测他第五名，当然每一个人都觉得第五名啊，说不定你100%。你为什么一直支持我？为什么？第一个，西班牙是我们所有国家当中最落后、最穷的嘛。他自己也一直都会说，他一直承认西班牙的国家很堕落啊。而且重点是，佩德罗是西班牙最好的代表。不爱工作，每天吃喝玩乐，很花心，油条，很爱脱衣服。你是不爱工作，油条教西班牙文哎，所以也教他们他这些文化呀。但是他不是在学校教，他是偶尔在那边。他也有在表演呐、啊，我是现场工作。对，是他是为了必须要生存，他才会做这件事情。他的钱够赚，他就不会多做工作。所以他如果现在突然要生小孩的话，他说哦怎么办，我没钱了啊，怎么办 OK OK， 然后完全不做家事。我跟他住在一起，我是他的室友哎，他完全不做家事，我在家里当爸爸跟妈妈两个角色一起当哎，因为他什么都不做。是他适合什么？当朋友可以，可是女婿完全不 OK。 OK 好，贾斯汀呢，你本来认为他多少？我本来好了，都已经写了，好，第五名。我本来想说讲好好听一点的，那边都写没有。我必须说，佩德罗很聪明，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一个生活白痴。他很爱聊政治，但爱聊政治到，比如说我有一天在YouTube 上看一个300-400年前的一个故事，我跟他分享的时候，这时候还没有美国 CIA 或者什么东西，他就说，哦，这个故事一定是跟美国 CIA 帝国主义有关系的，所以才是这样的。我想说，这个是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国家，跟美国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他是那种，如果跟长辈聊天的时候，我怕会很尴尬。他尴尬的时候，他就开始脱衣服，而且他脱衣服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我太尴尬了，怎么办？但是他没办法保护自己的时候，他就开始乱讲。奇怪，对。他有一次我们在主持一个节目，
然后那时候他一直叫他问问题，问问题，问问题，他想不到，然后又没办法脱衣服，但就是要问一个问题。他看到老板那边有养一只青蛙，黄色的，他就说：“朋友，赶快问问题啊！老板，你的青蛙是黄色的。”他就没办法。那金明秀呢？我也，你也是觉得他是顶？没有，因为 Pedro 帅，但是应该亚洲的婆婆妈妈们应该不喜欢自己的女婿一直脱衣服了。嗯，对，在外面一直脱衣服，然后西班牙人真的是，刚刚我想要说的婆婆妈妈都说了，他们西班牙人应该是很浪漫，但很花心。嗯，然后他们都不认真工作。嗯，对，这样子自己的女儿就太辛苦，所以我觉得是把她安排是第五名。哦，马丁呢？没有，就主要因为就是佩德，因为他身材是有，但又矮，然后又不会聊天，那真的就是每一次你要跟他聊天，就是就会觉得我到底是跟谁在聊天，我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就跟婆婆妈妈真的会尴尬啊，他们就不知道啊，那因为你对婆婆妈妈在那边脱衣服，你看他们刚刚已经说了，他们会害羞啊，他们没有那个习惯哦，只有一个不喜欢。OK。那你也预测他是第四名？我给他第四名，因为对岳母而言，其实他的个性是能够在生活中带一点情绪，因为婚姻要长久嘛。你如果会带很多麻烦哦，很多麻烦。但是这是他的优点，是缺点，就会担心想说，天哪，他的体力这么旺盛，感觉就是一个非常重性的男人。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常常就会在外面有婚外情？嗯，对不对？你也担心他的健康问题了，是他对性怎么？那个 okay. 只有那个累死的牛不会有更坏的田。哎呀！那佩德，你要反驳吗？对，我可以离开吗？没有啊，你是第四名，你是第四哦，还有一个人在底下哦。赢了，我知道是谁。刚刚他们都笑你，对不对？对啊。你记住他们每一张脸，等一下他们就有人会第五名。对。我觉得是我，我突然觉得我会变第五名。我听到的都是，其实都是政治国家。都是不是我的错了，就是我出生的地方不是我选择的。对呀，而且你们都忘记了，对，西班牙就是我，但我是一个在西班牙很优秀的一个人，而且我们西班牙是属于欧盟跟瑞典、德国是同一体，所以你们要德国或是瑞典或是那些社会福利，只要跟我结婚就可以拿他们的居留证跟护照，是 OK 的。关于爱脱衣服这件事情，我不脱了。那你就没有钱赚啊？怎么办？我跟你讲，他气的，他原本脱衣服哦，是制造节目效果，刺激我们节目的收视率。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本来是我们应该要谢谢你，结果现在還被人家拿来批评，真的是。对他生气了，生气。你告诉大家，你现在从现在开始你不脱了，不脱了。哦，好可惜哦。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名。第二名哇。哦，第二名开心了，第二名哦，这样就紧张了。他可是相对的啦。第二名，佩索，你觉得第二名会是谁？我本来觉得是金炳秀，现在觉得可能是马丁吧。马丁吧，OK。第二名，你看他头像，好难啊。等一下，你说第二名之后会怎样？没有，第二名如果不是你的话，那就危险了啊。那你就是可能是第五名。哦。所以第二名很关键，因为剩下没几个啦，剩下就这三个啦。剩下就是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对呀。哦。所以第二名这个位置很重要。哇，好刺激啊！对呀，一撕开是你的名字就安心了嘛。对。对不对？来，第二名，三、二、一，哇！对不起，我误会了台湾观众，你们很有眼光。为什么会有少侠？哇！是马丁跟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我。哇！那你要改变讲法，台湾人对德国人没有刻板印象。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觉得德国人他们国家比较稳定，然后制作各种工业产品都比较好。德国人呢的工业技术好又发达。女儿在那边一定会学到好技术。我去过那边，我觉得那边环境很好，而且人也很友善，而且那边教育福利很不错。因为他失业率低啊，收入应该都还不错吧？那以后就比较没有生活的压力，治安良好，而且他比较 gentleman。他看起来蛮帅气的，而且长相也蛮正派的。德国的话，我只知道猪脚跟啤酒，我不知道女儿嫁过去要吃什么。眼睛给人家看起来就是比较势利眼呢、啊，比较小气了。任何事情都斤斤计较，搞不好结婚的时候钱都要跟女儿算清楚。严肃不好笑，比较担心生活无趣一点。
看起来就很固执啊，然后感觉就很不好沟通。德国人在我印象中做事都一板一眼的，然后很怕呢女儿嫁过去又没办法回娘家，或是规矩很多。我发现所有的观众都说德国人在都没有人说少侠这个人，好像我完全没有知名度，我要走了。你那么第二名，你不要急，你可以跟第五名一起走。他们都说德国人比较一板一眼。对，德国人啦，但重点是我想知道你们对我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一板一眼啊，所以真的讲德国。说实在，相处起来是，Spam 的人比较好玩。Yeah. 要看哪方面的。OK。那你想怎么玩？跟女朋友会开玩笑的吗？不会。对啊，他是一板一眼。我觉得他长得真的很帅，然后高又有身高，所以我就把他安排在那个第三名的。嗯，但是因为什么安排在第三名？是因为德国人。有一个刻板印象是他们很有固执，就是沟通不了。他们我跟他们讲什么，他们都我觉得听不下去这样。跟他结婚的话，女生应该会辛苦，所以是你对，所以德国洗衣机很麻烦。对，什么温度，什么衣服，那洗衣机还有看温度的，你光把那台洗衣机搞懂，已经三年过去了。德国洗衣服很麻烦，对不对？不会，很方便呢。很麻烦，比台湾好很多哎。可是你要调好多。是对于不是衣服有对对衣服衣服所有的布料啊那些本来就是有他们比较适合的温度，你看那个人懂，北欧的人就是懂啊，你要对你要保护你的衣服，你不要裤要热一点啊，毛巾要热一点啊什么的，没有看这样的就是很难沟通，很难啊，对不对？那个真的就是少侠的一个缺点，我就是觉得，因为他的外表还算 OK 啊，还算 OK， 帅啦，就是身高也是比较矮一点啊。比较就是也算是好人呐、啊，但是你看你这个固性，那个固执的个性啊，然后很难聊啊。你看每一次都是要你要跟别人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而且他会很就是要、就是好像很容易快要跟他吵架一样。对，他连一些笑话真的不好笑，你知道他有一次我们在对面的那个全家要买东西吃的时候，我们刚好在中场休息，我们去那边要买，我看到冰淇淋，然后在想说我要买什么冰淇淋。少侠在我旁边说：“哎，你知道我小时候非常可怜，多可怜呢？就可怜到我没办法买冰淇淋。而那时候我妈妈就会拿牙膏，薄荷味的牙膏放在冷藏，给它冻起来，才有那种吃冰淇淋的感觉。我好难过，有这个想法，然后买给他吧。”但我本来要买牙膏给他，结果他说他在开玩笑，他买牙膏给他，牙膏不能吃，你是白痴哦！你要买冰淇淋给他，怎么买牙膏给他 ？OK， 是啊，是真的蛮难笑的，真的。你预期他是第四名对不对？我本来给他第四名已经算大方的，因为基本上他只有外表嘛，就我是他的室友。其实还有一个点是我很佩服，是我以前以为我自己已经有成功到我可以一个礼拜工作两天，觉得自己很厉害，但他是唯一的可以做到一个月工作两天，所以就比我厉害，那个佩服。但钱的部分呢，你们讲我，但是你工作的比我少，我这里是可能最勤劳的一个人。嗯嗯，但不要讲自己没关系，重点是少侠好，我是一个很重视女生跟我花的时间有值得的，我会开法拉利去接她们，懂浪漫，懂情趣情调幽默的一个男人。贺少侠没有，他是约会了所有的女生，只有一个地方会让他出门是麻辣火锅。对，女生要自己搭公车去，他不会接，不会送，连到门口的绅士打开一个门 ，Lady First。这些小动作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完全不懂浪漫的一个人。他怎么还会第二名啊？对不对？婆妈可能对德国人有好印象。对对对。但是浩然，我给他最后一名哎，因为我们从第一次上节目到现在应该有七八年了吧？对你到现在还完全不了解我。我从来没跟他讲过话。对啊，对啊。刚刚在化妆间是这七年来我第一次跟他有眼神对到，因为他。他莫名的会让我害怕，不是这样，让我不爱我，那真的，我就是当我自己而已。而且你就觉得说，你跟他对到面之后，你就会想要赶快转走，你知道吗？像贾志丁就是你会跟他聊，可是我只要一看到他，我就会怕怕，我就觉得这样，我就会有压力。而且他在节目中分享过他的一些金钱观，我觉得婚姻有时候如果
把每一个细项每一笔钱都要算得这么紧，哪个该花不该花，其实我觉得另外一半会很辛苦。最后关键要来了，第一名跟第五名，哎呀，就是马丁跟贾斯汀，跟贾斯汀嘛，两根钉，两根钉。不管怎么样，等一下会很尴尬，因为我们两个要一起回家，一起回家吧。不管怎么样，等一下揭晓的时候你们两个拥抱好不好？这个本来就是叮当铃声多响亮，两只钉，君子之争嘛。马丁，你觉得你是第一还是第五？第一啊，一样。第一啊，贾斯汀，你觉得你是第一还是第五？随便啊，反正如果不是一就是五。你看着马丁，你觉得你是会第几？贾斯汀，如果你是第五的话，你穿这个西装来干嘛？站起来一下，你大看一下，我好凄凉哦，就是让没有选我的人后悔。来，我们两个同时揭晓，三、二、一。给婆婆妈妈们，真的，好媳妇，你会后悔没有选她，但是你选我也 OK 了，我承担得了，挡不住，先看第一名的 VC 啊，交给贾斯汀比较放心，因为他比较老实，对女儿会比较好，感觉他比较乐观，行为都让人感觉蛮满意的，他们比较开朗。比较热爱大自然，因为他外表很可爱，看起来可爱啊，看起来比较帅啊，生下来的小孩会跟他一样帅。去那边可以拿绿卡、啊。他家很偏远，又只有一个电线杆，荒无人迹。天啊，他们现在也不是很景气吧？小孩子气啦，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说很认真的再去做。我说真的啦。我觉得他还蛮小孩子气，然后之前看他外景节目，感觉好像少一根筋。因为我最近看到那个新闻，那个 Coco 那个太花心了，因为他没有种族歧视，我怕会被欺负。枪支泛滥，校园会开枪。三步五步，变，危险。因为我觉得他的治安问题不好，怕女儿被欺负。来，贾斯汀，来先讲第一名的这个。感言啊，我一开始是很害怕，像我说，我觉得很多婆婆妈妈以为我是马丁。像之前我在公馆走在路上，他说啊，我知道你从那个节目上那个，我说哎，你好。他说哎，那你老婆小孩呢？他这样问我，然后我就回答说啊，周末不让他们出门。所以我一开始是蛮担心，那你已经知道他们以为你是马丁了，对不对 ？OK， 对他们以为我是马丁，那你应该就在路边尿尿，反正人家以为是马丁。对，我怎么样都是，怎么样都不是。OK， 那我要谢谢他们，很有眼光。那你预测他第二名，因为你认为第一名是你嘛？对啊，对啊。那因为就是他也是很帅嘛，哎，身高也有啊，除了这些就。跟这些之外嘛，然后因为他也是很爱台湾啊，他的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是很有那种原住民的热情嘛。这个 VCR 调查都台北，不是南部，不然你应该不会第一，有可能会赢，对不对？真的。OK， 好。少侠，原本给贾斯汀第二名，因为我觉得他各方面都蛮婆妈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很可爱啊，幽默啊，不挑食，融入台湾文化，很好相处，没有压力的感觉。但是我一个缺点就是他美国身份那个，对，那个真的是这个有点输给我们了。对，因为美国比较不安全嘛，然后美国人比较自我中心一点。而且你拿到绿卡，你就一辈子都要交税，哎，这个就很不好，哎。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穷到都没有办法回去看妈妈，然后那时候说被子都没有。但是到现在，我觉得他这几年其实他真的努力进步很多，哎，有了，现在有棉被了。我现在有棉，我今天一早就问他说你有回家了吗？他说有，前几年有回去。有。佩德罗本来给贾斯汀是第五名，对，只能说看到这个颠倒的排行榜就觉得。亚洲的社会怎么轮场怎么会没落到这个地步？对，给你一首歌《罗刹海市》，好不好？世界颠倒啊，学历最低。钱最少，第一名，学历不是亚洲不是学历社会嘛？嗯，很在乎稳定的工作嘛？对。啊
啊，怎样？发生什么事？啊，外表呢？外表呢？第四名发生什么事？外表，你觉得他的外表？好好讲哦。你觉得他的外表？就不丑了，但是在这边比就，在这年底我们就联合国新男代表，就是很竞争。他们现在是欧盟哦，联合起来在对抗美国。对，他人很好，但是这些因素要比起来都是第五名。那我们来看一下马丁为什么第五名？对，为什么？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对，我们来看一下。我喜欢马丁，太帅了。然后听说瑞典的福利也很好，女儿嫁给他不用担心。他看起来比较阳光，比较有亲和力，做菜也不错，家具不错，他们医疗比较好，女儿生病不用会回来台湾了，因为他们国家比较进步，社会福利制度都比较好，空姐漂亮，空姐也好，然后福利也很好。听说他们男女平等，然后会比较疼老婆。瑞典他们要缴的税太重了，怕女儿嫁过去压力会太重了。嫁到那么远，飞机坐的长途比较远，很累。他冷漠又难聊，脸又长得很凶，好像欠他几百万一样。因为那边的性比较开放，怕女儿嫁过去啊，家庭会不幸福，老公会外遇。在马丁离离过婚，那阮查囝吼，未使嫁予伊，因为他感觉太瘦了，感觉比较没有福分的感觉。他脸太瘦了，纵欲过度，他爱玩了，女儿嫁给他一定不放心。因为他讲话太激动，担心他会高血压。所以比较担心，他担心你高血压哎。他们说你脸太瘦了，是就是纵欲过度。你听得懂这四个字吗？嗯，听不懂。纵欲过度就是常常哈 make love 啊，所以搞到身体变态。你有这个问题吗？没有，没有这个问题。而且我只有在节目这样子会很热情的，因为想要赶快分享我的事情嘛。对，私底下是也是会偶尔的比较热情。对，没错，就是这个点啦。因为我本来把马丁放在第三名嘛。嗯。我觉得他唯一一个缺点是他私底下有那个北欧人的冷漠哦，他不是不友善哦，但很多人会认为说，像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很讨厌他，他不跟我讲话啊，然后就是他很害羞了，然后他有时候在外面有一些长辈会，比如说我们两个一起出去，长辈会开始跟我们聊天，他不知道要怎么聊，他会尴尬，会盯住，他会把老人家丢到我这边。怎么不会？来跟他划拳，所以可以跟他划拳，台湾拳，杀杀。说我们是我们，他怎么不会跟长辈聊天？他很会，但是要有配角。我觉得他爱孩子这一块加蛮多分的，因为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其实都不喜欢小孩子，都养宠物嘛。对，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生孩子、为孩子负责，我觉得这算是对岳母而言是加分。嗯。我少侠预测的蛮准，少侠本来就认为他第四名，他只差一名。我觉得因为他工作 DJ 嘛，常常晚睡，然后很爱喝酒什么的，然后抽烟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现在说谁？马丁啊？对啊。我是不是我现在都完全都不喝酒哎、啊，真的。对啊。好了，但你的但是你的形象就是那样。没有，我佩卓，你觉得马丁怎么样？我本来给他第一二或第三，嗯，就对啊，就是。这个完全颠倒，就是我来打一下。你主要的部分是因为你自己。这个第二，这个差不多不用变。1、2、3、4、5 ，OK。OK。瑞典福利很好，大家都知道。然后他长得帅又高，然后我觉得看他的小孩，他小孩现在很帅又聪明，我觉得对。如果是跟他结婚生小孩，混血又。如果女生都一定很漂亮，男生一定很帅，然后我觉得混血都很，都很棒、所以我觉得他安排在第一名，但是为什么第五名，我就有点不能理解。可能是这样啦，因为台湾的婆妈她喜欢那一种哦，比较有亲和力的啦。那相较之下，贾斯汀确实好像任何人都可以跟你聊天，然后你也很爱笑，所以婆妈哦选女婿会挑这一种。那马丁吃亏在哦，真的看起来比较难亲近。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少侠讲得很好，就是说他可能他的整个的国家给大家的一个那种叫做 stereotype，OK 哈的那种刻板印象，但是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个人，他都是自己独特的一个存在，对，对不对哈？不过还是恭喜贾斯汀了，哇，第一名。恭喜佩德罗没有最后一名，那有什么好恭喜？他担心像你最后一名，你看这些兄弟们在，我输他是有一点难过了。他现在最恨的不是最后一名，而是输佩德罗。我是输佩德罗，你怎么还可以笑出来？我每一个人哭啊，我很高兴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对啊，这就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一个社会，对不对啊 ？OK， 啊，维持自己的特色，好不好？好，谢谢，谢谢。
你说你正常，他说你不正常，我就问你正常吗？今天要介绍台湾婆婆如何跟外国媳妇相处。OK 哈，那我们今天没有请到婆婆，我们请到媳妇，但婆婆都不爱上节目，婆婆每次上节目都被网友骂。OK 好，那我这边呢，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潘嘉丽，结婚两年，对不对？好，韵哥好，大家好。再来一个是莎莎，结婚四年，好，还有一个可心，结婚五年。好，来我们这里，沙白结婚四年，还有爱子结婚哇好久哦，十年，薛马结婚三年，哇。哇、okay ，好的，嘉丽那个，嘉丽有一张，这个是什么？新专辑要发行了，筹备了一年一整。现在发行专辑，那个公司都算是哦，佛心啦，对呀、啊。这张专辑叫做《潘嘉丽同名专辑》，就是有点为所欲为的意思，就是里面的歌终于不是公司说了算，比较多是我自己的想法跟我的坚持。那你来这边清唱一下。困扰也想常被打扰，想念只是温暖的记号，现在是的我，这才是我，有过酸楚都不重要，容许我想忘掉，剩下的我会收好。谢谢，掌声鼓励。来，不会演的美人姐，不要说好听难听啊，是说适不适场这件事情，啊，糟糕了。她的声音很适场，对，但这个歌词我不是很明白，对我可能要看字。哦，可以，可以，多支持潘嘉丽喽。是喽，是喽，谢谢，要支持的。OK， 好，来动起来，好，订阅起来。谢谢谢谢。你看到他们写歌，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这么多字，想想以前的歌词真的是太混了，真的。以前有一首歌最混的一首歌叫《紫丁香》。紫丁香，它是个什么样的花呀？然后重复三遍。对，什么样的花呀？啊，它是个什么样的花呀？从头到尾只有两句。啊，对，你不讲我都忘记了呢。对，他从头到尾就是五句啊。他就是他很智障，他就问人家问女生说：“紫丁香它是个什么样的花呀？”那女生就回答：“什么样的花呀？”那男生他是朵什么样的花？然后就说哦，它是朵最佳美的花。对，它是朵最佳美的花呀。对，最佳美的花呀，它是朵最佳美的花呀。那你以为这样结束了没？没有，男生要去紫丁香。哪有没有问他是什么样的花？那今天我们有一个暖身题，就是婆婆的哪些家庭观念跟你们国家差很大？差很大，来，已经写好板子了，准备喽。来，请举板。都有，我们先从沙白来好了。我们是婚后不分你我，就是在美国每一个习惯，就是我的东西跟你的东西是分开的。就是我不是说男生跟女生，我是说媳妇跟婆婆。我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跟我婆婆说，哎，我在她的面前说什么，哦，那个什么什么在我婆婆家，然后我婆婆就脸看着我有点怪怪的，她就想说什么，你婆婆家不是你家吗？婆婆家就是你家。对，可是在我们美国就是那是我的家啊，你的家在那边啊，我的家在这里，然后我们不习惯跟公婆一起住，所以就会变成我会分很清楚，就是她的东西我的东西。然后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男生跟女生结婚的时候就建立一个自己的家，然后在台湾就是女生要嫁去男生的家，所以会变成观念是不同的。其实没有对没有错，但是就是要习惯，在台湾要去习惯说，哦，原来在台湾不能说我婆婆的家，要说我们台中的家。对，然后像我家在桃园，就说我们桃园的家。那要跟公婆住也是这个问题，对不对？对，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日本不用吗？日本也要吧？日本没有哎，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最讨厌就是跟公婆一起住咯。我们刚来台湾的时候也是，那公婆没人照顾怎么办？没有人说什么，没有人勉强我，但是就是自然的住公婆家。后来过了一年之后，我觉得很奇怪呀，为什么我要跟公婆住？结婚不是就要买也可以，租也可以，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家吗？对。然后家具也是自己挑喜欢的。你看你要再分了，又说你们的家的。对，他们家就是你家，就是像那个连一个杯子啊，
盘子啊，都想要选自己喜欢的，但是就是要就是公婆家就是要一起用他们的，对，用他们在用的。我们以为日本人都要跟公婆住。一年之后呢，我就跟老公说，我不想，就是我们要不要搬出去住？对对对，讨论了之后，我们就搬出去住了。那但是那个时候，婆婆就怀疑说，是不是我讨厌他们？是哦，所以我就解释说，不至于讨厌，但至少不喜欢。不是，我婆婆也是对我的非常好，但是就是我们就。不习惯，然后跟他们说明之后才会了解，但是后来呢搬出去住之后还是公公婆婆就是一个大概一个礼拜一次要跟他们一起吃饭。吃饭，哦，对，跟日本真的是不很不一样。但这样至少不用住在一起，有没有好一点？很好。那你还说你不讨厌？长辈先开动， okay. 晚辈才能吃。对，台湾人好像很注重餐桌礼仪的文化。嗯，像我刚结婚的时候去婆婆家吃饭，第一次。婆婆家。对。你要讲错了，你家到我家去吃饭。你婆婆看到会难过？不会啦。去婆婆家，然后呢？对，我第一次去婆婆家吃饭，然后那时候婆婆准备了很多东西，因为她想要招待我。再加上我那时候也中午没有吃什么东西，就很饿，所以我想说赶快夹一块鸡肉吃。嗯。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婆婆看到了我是夹菜吃，她觉得这样很不 OK。他说：“长辈还没开始吃，还没在坐着位置上吃，你这样做不行。”对，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难过。然后我婆婆说，在家庭里，长辈是最重要的人，这样很不礼貌。然后我还被我老公念一下。然后后来我跟我婆婆解释说，在土耳其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如果肚子饿的人可以先吃，不用等长辈。来再开动，不分说谁是长辈谁是晚辈，我们没有这样，那就把它吃完，然后长辈来都没，我要吃光了。土耳其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先开动的仪式。没有，你谁想要先吃就开始吃，不没有那个先要等长辈，一定要等他。所以你是穆斯林吗？对，啊，穆斯林。对啊，可是我跟吴凤去出外景，他都会让我先吃。太文化了，这样。他说雨林哥，你是长辈，你先吃，你先吃。是在台湾太久了吧？对，那你这个不让你做家事，你有什么好觉得？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跟我预想的不一样。因为我看很多台湾剧啊，也看了一些台湾的综艺节目，会聊婆媳嘛，很多姐姐们都会说的有点恐怖。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就心里觉得，糟糕了，我要回台中，那我要怎么表现才会比较是合格的媳妇？结果我到了台中家，妈妈帮我准备拖鞋，然后帮我们把房间都打扫好，换了新床单，然后我们就一直坐在沙发等着喂食而已。然后我就到很不好意思，我就跟我老公说，我是不是要帮忙一下？他说你问啊，看要不要帮忙。我说好，我就去问。然后妈妈就说不用，你们坐，要吃什么？要吃什么？每一个小时都会来问你们要吃什么。然后到连洗碗，他说你不用洗，你就放着这样。但是我是很感恩的，因为我就觉得哇，我婆婆这么疼我，太 lucky 了。遇到婆婆，而且你应该久久回去一次。天天住在一起你就知道厉害了。对，在哈萨克我们有点保守，我感觉是比台湾比较保守。如果你还没结婚之后，你不先跟你的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一起住。如果你们已经一起住，可是还没结婚，大家觉得你有点怪，你还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你不结婚？所以那时候我们跟我老公那时候是男朋友，我们那时候在美国一起住，我也很久很怕告诉我父母们我们一起住，可是我老公已经告诉他妈妈，我婆婆 OK， 我觉得他那么厉害，真的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文化差异，在哈萨克不行，对不对？不行，我看台湾，我感觉是我们比台湾比较保守。哎，台湾还好，你跟他们美国比看看，对不对？对。如果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你没结婚就同居，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可能很生气，我已经跟他们一起住，所以我好久好久不想，对不对？他们觉得那时候我住在那个宿舍，可是我已经离开，我们一起自己住。然后我决定大概三个月我们一起住，我告诉他们不好意思，我跟我男朋友，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他们比较特别，比很多哈萨克家人不一样。他们可以了解我，他们说那
你们好像有爱啊，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好像以后要结婚，所以没关系，你们可以一起住。嗯、可是他们没给别人讲。对对对，就是不要告诉别人了，因为最主要是他人不在哈萨克，对不对哈？就比较有个距离。那莎莎是做家务事，家务要女人做，因为我老公的父母在小时候就离婚了，所以我完全没有看过我的婆婆。哦、oh. ，但是我的困难可能大家的两倍或者是三倍大。嗯、oh. ，我就是面对阿嬷。哦、oh. ，你老公的阿嬷。阿嬷，婆婆都已经难搞了，还搞到阿嬷去，就不是我讲的吧？反正，我们的困难就是从哪里来？我们的语言不同，嗯，我们的年纪差也太多，嗯，文化不同，看法不同，做法任何的事情都不同。反正这个是一个，但是要住在一起，目前是这样，嗯，所以阿嬷同住这个很少见。所以他，而且阿嬷就是已经八十几岁，对不对？他的观念就是那种，重男轻女。我有的时候上班比较满，工作比较多，比较晚下班什么的。然后比如说我来不及洗衣服或者是来不及打扫，我老公觉得无所谓，嗯，或者是比如说我煮饭，嗯，他就是洗碗、嗯，阿嬷看到了他就是傻眼，然后他不是在我的面前跟他讲，嗯，但是他就私底下跟他说，你为什么帮他洗碗，你为什么帮他洗衣服，他说啊我就没关系，我就没事，他去上班我就可以帮他做，他不是你老婆吗？然后就是后来我老公解释什么，他好像都从这边进去，嗯，从这边出来都不能接受。那阿嬷会念给你听吗？第一个没有用，因为我听不懂。怎么听得懂？你讲啥我听吗？但是如果我听得懂，另外一个问题来了，我就不会这样子说啊，好好，拜谢拜谢，我会做，嗯，我不是这个人，我就是会说，阿嬷拜谢，这个是外国人，好不好？就是我们的习惯不一样，不好意思哦，没办法，嗯，对，好，台湾婆婆哪些热心行为会让你哭笑不得 ？A 一直炖补品，哦 ，B 帮忙骂老公 ，A 还是 B， 请举牌。爱子 B 帮忙骂老公，会跟着你一起骂老公。比如说我的小孩现在国小，大的四年级，小的二年级了。最近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孩的功课很难，回家写功课的时候，哎，妈妈，这边我不懂，告诉我什么的。我看了看了说，哦，这个我也看不懂。哎呦，然后我跟我老公常常吵架的点就是这里，老公也很忙嘛，嗯，我也有在工作，谁有空就是谁教。四年级的功课我根本不会看，嗯，我也看不懂。有一天看到我们吵架的时候，哎，你来教一下什么的，我婆婆就直接骂我老公说，哎，你是台湾人，老婆是外国人，看就知道是谁要教，嗯，然后直接跟我女儿说，你不要问妈妈，妈妈看不懂，你去问爸爸。对，在日本很少听说，因为日本比较婆婆不会管，嗯，真的不会管那么多，嗯，但是我婆婆就是一定会站在我这边，对，蛮感动的，这个我觉得很棒。所以你也是会，婆婆也说骂老公？嗯，不会，但我觉得它是一种趁机的状态，嗯，因为呢，我婆婆跟公公都超疼我老公跟他哥哥，嗯，就是两个就是一个大霸王，一个小霸王这样，然后。可是我们在沙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会说啊，爸爸妈妈都已经很老了，我们可以常常回台中，反正开车两个小时，如果我不想开车，那我可以开，或者我们可以搭高铁。然后妈妈这时候可能就是扫一扫地，然后就听到，他就马上他就边扫，哎呀，对没，你们就是常回来啊，台北那么近，对不对？对不对？什么的，他就顺便念一下。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是吓到我，因为我们才刚交往不久，然后呢，我婆婆好像就在跟他们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可是那个知识可能不是很正确的，因为你知道老人家都可能是道听途说，或者听朋友讲，或者看 LINE 呀。我每次都要帮我妈删 LINE。对对，就是这种。然后我老公脾气比较快上来，他也可能因为是家人，所以很亲，都讲话很直接，很大声哦。我是客人那时候，他就说，
你到底懂不懂？这是真的吗？你有什么证据？谁讲的？哪一个医师？哪里？哪一篇？我看。你现在 Google 给我看。他就是这样，我就会傻眼这样，然后我的公公就会看到我尴尬，我公公就会想要缓和气氛，就说。哎，我儿子很臭屁吼，对，真是养大儿子容易，也真是还要受他的气。我觉得他们不太舍得骂，但是会有一种趁机戳一下的那种状态。其实我公婆也是差不多，就是他们是很疼他们的儿子，但是我说的算，就是他们都是觉得说哦没关系，媳妇你想要讲什么都 OK， 然后就是。我老公都是不对的那一位，像有时候我老公会跟我开玩笑，就是戳一下我的肉，说哎，怀孕真的是变很胖哦什么的之类的，就是跟我开玩笑。然后我婆婆都会说，你要好好的爱你老婆，不可以讲这种话，然后就是念她几句这样，然后就是感觉让我觉得很温馨，就是哎。虽然我爸妈不在台湾，那他就是帮我当女儿，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我是对。那因为美国人不喝中药补品的。对啊。那你婆婆炖给你喝的时候怎么办？坐月子的时候，哦、爸妈婆婆都会炖。这也是很痛苦。那时候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是我婆婆帮我做，然后她其实知道，因为我的脸是很明显的，我想要说哦，好好喝，然后就这样一直喝，可是我真的喝不下去。然后她就其实她会。他说没关系，这是为你好的，所以你就喝一下，晚上妈妈煮好吃的给你吃好不好？然后像我在坐月子的时候，他中午可能他有重要汤，然后我真的是喝到快要吐的感觉，然后我小姑就说没关系，我陪你喝，我们一起喝，我们把它喝完好不好？又不是毒药。对，然后我婆婆会说我知道现在很痛苦，没关系，晚上我煮牛排给你吃好不好？这样子就是会用一些。可能现在这是为你好，那下一餐就煮你喜欢的。那个味道你不喜欢？我觉得中药，我觉得吃不习惯。其实我蛮能喝中药的，觉得味道 OK 啊，香香的。是你的生活习惯。我真的是喝到我闻到那个厨房已经在煮的味道，我就开始怕了。大帅还是选 A。我开始跟老公交往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感冒了，我就一直咳嗽，然后阿妈说啊没关系，就是她要去厨房弄东西，然后我想说好吧，就看到什么鸡汤啊什么的好吃的、啊，补充身体营养什么的，结果她拿出了一个黑黑的一锅，然后那里面都是那个很臭的东西，然后她说她叫我喝。那个水，我就傻眼，我就想说，就是认真。你该不会以为他要杀了你？有一点点，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他就是很苦很苦，然后我就喝了一口，就是没办法。然后大家都在旁边，其他的亲戚就是看着我，因为这个很厉害的一个表演哦，外国人也要喝中药啊，来看看哦。喝下去。然后我就这样子快哭着，就是噔噔噔噔噔喝完了，然后。没多久就是肚子开始痛，我就拉肚子，然后他就是我以为他会觉得哦，可能那个中药不太适合我，不会再煮哦，没有啊，就是隔天有继续煮哦，可能每天也要喝三杯，但是还好我就是一次拉肚子，然后以后就是好像已经知道跑不了，所以我就好好的。咳嗽有没有好？是不是好？啊，就因为想拉肚子，你怎么咳嗽？可是那个就好了嘛，对不对？继续喝。这个就是你知道，也是一个小话，就是你如果感冒了，感冒七天就会好。但是如果你吃药，就是感冒一个礼拜就好了。还不是一样？对呀。我跟你讲，你喝了拉肚子，他们也不会认为是中药的问题。当然。你一拉肚子啊，你太虚了，虚不受补，继续补。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有时候喝到那个中药的是喝完会这样，对，就很自然要这样，对，下面就是那个，对啊。好，到底选 A 还选 B 的不正常？台湾婆婆哪些热心行为让你哭笑不得 ？A 一直炖补品 ，B 帮忙骂老公。我就问你，正常吗？节目特地与网路 KOL 进行意见大调查，我们来听听 KOL 是怎么说的。这一题我会选择 B， 因为我的老公就真的蛮欠骂的，他很多时候都很爱整我，就比如躲在墙角啊，然后我经过他就会突然给我一个吓，每次被吓完就会想要骂他嘛，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婆婆就会出现，然后也会帮我一起骂他。很多时候比如他说我胖不能吃这个，
吃那个的时候，我的婆婆也会骂他，就是谁比较胖啊，好像你是自己不会看哦还是什么的，就觉得我的婆婆好可爱，怎么会跟我一起骂我老公。自己选项是 B， 我每天煮饭给老公吃，然后他跟我说哎，谢谢老婆好吃哦，然后开始玩游戏，然后我跟他说哎，可不可以帮我洗碗呢，他说好啊好啊，还是继续玩游戏，然后我讲好几次都不听我的，然后婆婆看到我的难过的样子，然后帮我骂他，哎，你老婆对你很好，你要不要起来帮我洗碗啊，然后老公说好，我要听老婆的，那这个婆婆我对我很好。根据网络 KOL 调查结果，有28%的 KOL 投给 A， 一直顿补品，而有72%的 KOL 投票给了 B， 帮忙骂老公。你觉得这样正常吗？好，大部分的婆婆会帮忙骂老公，比较少会一直顿补品，所以选 A 不正常。喷。韩国 YY 菌强化升级 ，YY 菌加 MN 虫膜打造全家人的守卫队，第三件一折，赶紧搜寻永德 YY 菌。婆媳之间呢，哪一方面容易产生误会？是语言方面，还是饮食方面？是说的还是吃的 ？A 或 B， 来，请举牌。好，那你先从沙白选的是 B。我们美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吃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看到它的头，比如说鸡头啊、鸭头啊，或是鱼头。你知道有些餐厅就是一整只鱼在那边桌上啊，它眼睛就在看着你，你怎么去吃它？会怎样？你是怕它记住你啊？就是你是要看到眼睛，然后觉得它好可怜哦，就觉得说它在说，它在跟你说，好，不要吃我，拜托拜托拜托，然后你就吃下去。拿筷子戳它，对不对？不可以。它还会讲话哦，鱼肉好吃吗？不可以，我就看。下去，然后如果有任何的头或是脚啊，或者是看到它动物的形状，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吃不下去。然后我婆婆第一次她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回去过年的时候，阿妈就加一个鸡头给我吃，然后她放到我的碗里面，我就吓到，我就看着我的碗，我就没办法再动了，我就看着她，然后就觉得好像她在跟我说。你吃我看看啊，什么之类的，他还威胁我。记住你了。对，他就在威胁我，我就吃不下去，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婆婆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她就赶快夹走，然后放到她自己的碗里面。其实阿嬷是好心，她想要，她觉得说那是最好吃的，那留给我吃。那我婆婆就知道说，她看我的脸色，她就知道说哦要夹走，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她知道我们的饮食习惯不一样，然后她会去理解我说。好，那没关系，我帮助你。然后我们在家里现在吃饭完全不会出现头或是脚或者是骨头这种东西。所以头脚都不出现。你知道有时候很流行那原住民在吃那猪吗？然后它的旋转，然后整只猪好可怜哦，你觉得吗？那你去香港怎么办？他烤乳猪那个眼睛还有灯泡哎。不行。我们去泰国出外景的时候，然后玩游戏输了要处罚，那锅子一打开。哇，好大一只蝙蝠！然后看着你哦，然后我们是受处罚，我们叫吃啊， okay, okay. 也是整只蝙蝠加起来。我宁愿吃蟑螂哎，那真的不行。那薛马呢？我选 B， 是因为在土耳其，只要是我们相信伊斯兰教的话，就不能吃猪肉。但是台湾的大部分的菜都有猪肉，所以我很不习惯。然后每次去婆婆家的时候，她那时候还不知道我不能吃猪肉。然后婆婆做的菜大部分的都有猪肉，然后她一直把肉夹在我碗里面，一直夹，一直夹。你先生没有跟她讲你不能吃猪肉吗？一开始没有说。哦。对。他是他真的错，我帮你骂他。你跟他讲你是伊斯兰，他不能理解，他根本也许不知道根本不知道伊斯兰。对，你干脆跟他讲阿弥陀佛。然后一直夹在我碗里面，一直夹，一直夹，但是我都没办法吃。然后我婆婆一直叫我多吃一点，然后我最后看到我都不吃，都没有吃，然后说他以为是不是我不喜欢他做的菜。然后我看到婆婆的表情看起来有一点难过。然后来我跟婆婆说，因为
宗教的关系，我不能吃猪肉。然后他知道了这个以后，就不会做有猪肉的菜。是是是，贴心。我就是跟阿妈，大部分都是会煮饭，在家里煮饭煮菜。平常看，比如说煮汤的时候，就看到他会一直拿出来那个盐巴、汤跟味精。味精。然后我就看他会怎么样。然后好，比如说一锅汤，他就是加一个汤匙盐巴，然后一个汤匙汤。两个汤匙，三个汤匙，我就傻眼，还要几个汤匙，然后再加上一点味精，这样，我就先说，哎，阿妈，就你为什么加那么多糖？就是再加一点面粉放进去烤箱就可以烤蛋糕啊。然后他就嘿，就看着我就，然后继续加。台南人吗？对，我就。他是台南人。哦，难怪啦，但是也太多了吧？那他会放味精吗？会，但是后来我说阿妈不要，就是如果你放味精，我就不要吃了。就是如果我们在家里煮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好一点、健康一点？跟他讲健康，阿妈现在都八十几岁了，你跟我讲健康。对，现在有个 herb， 然后这样，然后就我们的对话就很简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后来我就是把那个味精带走，然后他就说哦，我的味精呢在那里，我就说在啊，对啊，然后藏起来。他对他也会加很多油，比如说他煮那个蚕豆汤哦，炒那个豆，对对对，他加蒜头，然后那个蚕豆，然后要加油，就不懂，或是紫菜藤。后来你把那油也藏起来了，没办法，因为他什么东西都要用那个油炒。我们平常跟阿妈煮饭的时候，我老公就很喜欢从客厅这样子看，觉得哦。这样子看你们很好玩呢，然后就这样子看啊，然后我们对话没办法，就是好好的沟通。我说你帮我一下，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记得来，就很好玩呢。我们在家里面厨房，没有糖，没有盐，没有味精，没有油。这个没有我也好，外国人不太能够理解的啊。比如说，曾经有一个我一个朋友，他有一个法国朋友，他带他去台南吃鳝鱼意面，他以为那是甜点，因为就做的。因为鳝鱼意面其实是非常甜，我们叫甜甜咸咸，但他们会觉得是偏甜。对。那爱只是因为中文的问题，语言对我来讲比较困扰的就是语言不通。刚结婚的时候中文真的是不太好，再加上我的公公婆婆对话都是台语，好，真的是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然后我们日本人是比较就是讲话的时候可能会微笑的，啊，笑笑的讲话嘛。可是台湾人比较不会客套话，然后我一开始真的误会我婆婆很凶，公公婆婆讲话好像在一直吵架一样，而且她就是我中文不好嘛，然后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时候，还会说哈啊，你说什么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的婆婆好凶哦，我。大概一两年之后才会知道我婆婆人很好，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是大概一年都很怕婆婆。呀哈，就是我们的英文的 what 对，就是比如说给她伴手礼，日本的，她的表情就是哎，日本的话就是哎，谢谢，哇，好好吃的样子哦，谢谢你这样子嘛。可是婆婆就说啊，好，放在这里，谢谢喽，这样子。哎，真的，表情就是没有笑，表情无表情。台湾人收长辈收礼物，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可爱。不要讲你啊，我们送长辈给礼物也是说，哦，好啦，不你肯哎，对啊，对，我们以后遇到这样子，对，这种就是很讨厌。我妈有个好处，她就说，你奶怎样我爱吃这啦。废话，我当然知道你喜欢吃，我才送。然后，但是他就会讲说，你是他女儿还不知道，可是他不会，他会讲说，哇，哎，如果很陌生的，这什么，这什么好意思，这样子，哎呦，这样，他都会很感谢这样子的。我觉得长辈哦，真的是要学的跟时代不要脱节，就是不管人家送什么礼物给你，你都要很 appreciate， 就是要很感谢，或者是说很欣赏这件事情啊。阿伯啊，拜兰伯会来上你家哦。好，选 A 还选 B 的人不正常。中外婆期间哪方面容易产生误会 ？A 语言 ，B 饮食。我们来听听 KOL 是怎么说的。中文的数字一跟韩文的二发音一样，韩文是일이，一样吧，所以我常常会搞混。我第一次跟婆婆一起做菜的时候，我太紧张，婆婆说放100cc 的水。我放了200cc 的水，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吃到了很清淡的菜。今年我升七年级后，伯承的妈妈来我们的家，给
给我很多的激进，他给我说，你知道激进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他 Google Translate Chicken Essence， 我还是不知道，因为英国没有 Chicken Essence。根据网路 KOL 调查结果，有38%的 KOL 投票给了 B 饮食，而有62%的 KOL 投票给了 A 语言。你觉得这样正常吗？好 ，OK。大部分觉得是语言哈，所以选 B 的不正常，请喷。他说英国没有基金，对。可是那个知名品牌基金。他的品牌故事就是说，当时英国女王想喝，是他的御厨专门弄给他喝的。可能只有女王有得喝啦，他们一般人没得喝。不是啦，他用 Google Translate 叫做鸡精 Essence， OK， 那个这个什么，这没有办法理解，鸡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对，他应该可以跟他讲说是鸡的这个浓缩的这个精华啦，或者是它的这个好的成分这样子，对，这个蛮好笑的。那还有一个，请问你们是亲戚称谓太困难，还是祭祀拜拜太困难？亲戚比较难搞，还是拜拜？拜拜比较难搞 ，A 还是 B？ 请举牌。好，嘉玲选的是拜拜。对，拜拜太难了。新加坡没那么多好拜吗？可是因为新加坡好像我妈也没有在拜啊，我们就是去庙里就是拜拜，然后点个灯差不多了。那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一次。对，可是，在台湾过年也要拜祖先，然后我婆婆还要拜别的神，所以我们就分头两路哦。她就留了两袋吃的跟一些拜拜的东西，她就说啊，这个等一下你拿去祖先跟爸爸哥哥好一起拜，然后这个放哪里，她都贴上了很多便利贴。可是我太紧张，因为我很怕放错，然后大全部都在等我，只有我一个女生，全部都是男生，还有什么大伯二伯全部都一起这样，我就到那边的时候我就很紧张，我就放错，可是还好哥哥跟爸爸会帮忙，我已经拜了两次。我还是没有来，你们现在手机很方便啊，就是婆婆一摆好之后呢，赶快拍，我们好，然后做成档案，以后就照这个图片摆就好了。对，我住在台湾已经5年多，而且我觉得我看拜拜那么特别，我们拜拜之后，我也自己喜欢拜拜，我也感觉是我的心比较轻轻的，这样比较开心的感觉。可是，因为如果你在家拜拜，有很多不一样的拜拜，你要知道拜谁，然后从哪里开始，然后又要做什么。刚刚结婚之后也是他们，我们一起去那边拜拜，因为是要拜他们家人。对，嫁人怎么？祖先对，要拜祖先。也会疑惑说，他们都死了，为什么我要拜他们？你不会这样想。有客气一点，有客气。有人会这样想，不是不是，他们不是已经转世投胎了？不是，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那时候他们我们拜拜是因为我是新的家人。我生小孩的时候，也是我们再一次就拜拜他们，要跟祖先讲是你家里添了新的人口了，对不对？最难东西是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拜拜，然后几点，有时候要几点，大概有可能11点晚上还是早上很早，然后你要知道要拜谁，还是如果你去回你的家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去南投，在那边拜拜，也要知道你要去哪边，因为这个是 temple， 要去这边，从哪里开始，所以我都看我公婆他们从哪里开始呢？我在他们的旁边。你有去扫过墓吗？也你有去扫过墓？因为土耳其的宗教跟台湾的宗教很不一样，像我每次看到婆婆准备很多东西拜拜的时候，觉得很麻烦。因为在土耳其伊斯兰教的话，我们用手拜就好了，我们不用准备这些。对，我们都不用。我看到他的每次好像每个神明要准备的东西也不一样，很难记。我最不懂的是，就是拜完神明以后，那些东西晚上就变成我们的晚食，供我们吃，所以这样不会不礼貌吗？不会，因为神明用闻的，他开心。那个烟飞上去给他，对。你该不会相信神明真的会把它吃掉吗？我是一直这样想。好，莎莎也是拜拜，你阿妈应该很会拜哦。很会，真的很会，很厉害，而且应该可以教我们加两倍吧，就是他冰箱煮饭就是拜拜不一样。反正我就觉得拜拜很特别的文化，就是那个宗教也很特别，然后就是我很喜欢庙，所以其实我对这个传统的店我就很
蛮满足，但是我就常常喜欢问为什么，就是我们这样子要拿着香，或者是要从那边开始，从这边开始，我就会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就是不想，就是我想好奇。对，比如说我问老公啊，那个神明是怎么样的？他说。啊，这个很难解释，而且我就知道台语这样子讲，你就听不懂台语，我就没办法解释啊，或者是啊，这个很复杂，你就不会懂，我就说嗯嗯嗯，好好好。然后其实我很多还猜不了解的是，我一直很想要知道，比如说拜拜的时候也要准备一些水果，但是也不是随便拿来水果就可以拜。你知道哪些水果不能拿来拜吗？哎，好像，所以我都没有准备。释迦为什么不行？但是我看过财庙有人爸也有籽啊，有籽，有籽的都不大行。反正我又看过在 YouTube 有一个影片，就是说啊，在台湾需要怎么样的水果可以拜，或是不可以拜怎么样的水果。然后我看过留言，就是很多人，很多台湾人说，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是这样子。我就是说啊，好，那我不了解的就有各的说法。像中原普渡，因为是拜阿飘们嘛，对不对？枣子。李子啊，李子啊，因为这个讲成它这啊、李啊、来啊，变成这、李、来，就是呢全部都来的意思。那你是要拜这些好兄弟朋友啊？你拜的意思就是来，全部都来吧，都来我家吧。所以如果放那几样水果，就是很大的一个忌讳。是，水果我觉得很漂亮，拍的这样子拜很漂亮。但是我又看过有人拜那个白菜、拜萝卜。我就觉得也不好看，就是好这样子放，我就觉得啊，但是它有它的意思，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厉害。尤其是拜文昌帝君啊，他有拜那个豆干啦、啊、芹菜啦、好葱啦、葱明啊，对不对？芹菜就是你会很勤勉的读书啊，对不对？很有意思。那个白萝卜就是希望你能够这个一举高中啊，一个好彩头啊，这样子，对，所以它是有含义的，所以说起来也非常有趣味，对。沙白，因为我们在学中文的时候，我们会去看说什么姑姑啊，什么婶婶啊，什么谁谁谁谁，什么阿姨啊。但是在美国的文化就是 uncle、auntie、cousins， 就这样 grandma、grandpa， 就这样五个。所以在家里，我们第一次回去过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到底要叫什么？然后我又听到别人都叫不一样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学过，但是当下会紧张，会忘记。那突然阿姨叫成姑姑，或是姑姑叫成阿姨，啊，老公会就在旁边，不是这样叫阿姨呢，阿姨。然后你就觉得，阿姨阿姨阿姨，可是他已经听到你说姑姑了。在家里现在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会用形容的，就说哦那个卷头发的啦，不是他们一开始会说哦你姑姑，哦啊姑姑是谁？啊，那个卷头发的哦，不是有两个女儿的哦，懂，所以他们现在习惯就是婶婶哦，那个长得很丑的那个叫婶婶，对，那个胖的就是婶婶，没有啦，但是他们就是会用形容比较好让我理解，不然就是我们自己会说他们的英文名字。这样比较好记。爱子，你也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对。日本有分这么细吗？我觉得跟美国差不多。比如说日文的话，是写下来的字，汉字是可能不一样，但是念出来的名字就是，比如说妈妈的妹妹，或是妈妈的兄弟姐妹。如果是女生的话，欧巴桑；男生的话，欧吉桑。对，都是欧巴桑、欧吉桑。然后如果是像爸爸的。哥哥弟弟就是我吉桑，都是我吉桑。如果是女生，就叫我巴桑。大伯、二伯什么？对呀、啊，阿嬷的兄弟姐妹也是我吉桑、我巴桑就好了，不用分那么细。所以这样分法又比较……对，我一开始也是吓到，台湾的家庭聚餐也太多了吧？然后一堆亲戚都没看过。第一开始问老公说：“那是谁？”啊，那是个爸爸的弟弟的小孩的老婆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不知道怎么叫，但是然后有一个女生看起来比我大，然后我就叫她阿姨你好。他就我老公就有一点吓到，说：“那算是我姐姐，你在说阿姨了，这么生气。”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姐姐这样子。”因为他好像是妈妈的妹妹的小孩的老公，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啊，我国一的时候，我一个。我辈分上我要叫他爷爷，他才国三，对，所以我每次在路上看到他，我就说爷爷好，然后他就很生气这样子，因为那个有一个辈分在，对，那是你太多了，因为他跟我爷爷是同辈啊，以兄弟相称，所以我就要叫他爷爷啊。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走进去说阿嬷、阿公，然后就嗨，大家好。
对，然后开始跟他们聊天，你就不用去叫他们的名字，就很快去聊，就不用特别一个一个讲。对对对 ，Hello，Hello，Hello， 对对对，这边的 Final OK， 选 A 选 B 的人不正常。嫁来台湾到现在，还是让你不懂的地方是 ：A. 亲戚称谓 ，B. 祭祀拜拜。我们来听听 KOL 是怎么说的。我选 A， 因为在日本亲戚就爷爷奶奶、阿姨叔叔，除了爷爷奶奶，大部分都会用名字叫。像我的侄子会叫我舅妈，可是我觉得听起来很老，所以我都会请他叫我咪吼家。在台湾的过年我都会很紧张，因为太多称谓完全记不起来，而且我先生又是客家人，所以对我来说更难。我只记得住我女儿要叫奶奶叫阿婆，就苹果的阿婆。这题我选 A， 就像我自己嫁来台湾五年，我都会一脸懵。有时候我老公带我出去跟亲戚聚餐，会给我介绍说这是二舅公，那是四姨婆。但是我听完他介绍过后，我完全就是不记得。但如果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话，不知道对方是谁，我们都会统一叫安弟安哥，就没有那么复杂。在台湾，你叫错了，对方还会生气，太难了吧？根据网路 KOL 调查结果，有20%的 KOL 投票给了 B， 祭祀拜拜。而有高达80%的 KOL 投票给了 A， 亲戚称谓，你觉得这样正常吗？那个，哦，好多，80%都觉得亲戚的称谓是最困扰的。拜拜还好，所以选拜拜的不正常，请喷。那我们真的要来测试一下哈，刚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你不要告诉他答案，你让你的小孩也跟着我们一起测试一下，好不好？好。叔叔的老婆叫什么 ？A. 婶婶 ，B. 姑姑，请举牌。婶婶。哦，这个。哎呦，都会耶。哎耶！他好棒哦。叔叔的老婆哦。好紧张哦。你们已经都叫过了就对了。对啊。那我问你，姑姑是谁？姑姑是爸爸的妹妹。姑姑是爸爸的妹妹。妹妹吗？姐姐呢？姐姐也是吧？姐姐是也是。姐姐叫大姑姑。哦，大姑跟小姑，你们家就是有大姑跟小姑，还是叫姑吗？我发现都是叫姑姑。我发现沙爸很厉害哎，那叔公是谁？叔公，叔公是谁？阿公的兄弟。我本来要讲叔叔的老公。叔公是就是你阿公对不对？你阿公的哥哥或弟弟。对啦，阿公的哥哥叫贝公。哦，啊弟弟变叔公。叔公，叔公。嗯，对啊。爸爸的哥哥叫什么？阿贝。阿贝。爸爸的弟弟叫什么？阿杰。所以阿公的哥哥叫什么？阿贝的公贝公，所以他就属于公贝了，公字贝了 ，OK 哈，所以一样，结公贝公。那老公的弟弟的女儿，弟弟的女儿啊，还是侄没错嘛哈，老公的弟弟的女儿，你不要乱出题，这是第二题，看一下第二题，婆婆的亲姐妹，孩子要叫他们什么 ？A 姑婆 ，B 姨婆，婆婆是婆婆。还是姨婆，来，请举牌。姨婆吧，婆婆的亲就是哎，婆婆的亲姐妹。哎呀，都选一样，为什么？还是都错了？是随便选。随便说。随便选，我在作弊啊！你看一下，哎，答对了。姨婆是姨婆。哎，那因为我们家也有两个姨婆。啊 ，OK。那姑婆又是什么？姑婆是爸爸的婆的阿姨。对，姑婆啦。好。接下来我们看老公奶奶的兄弟要怎么称呼？老公的阿嬷的兄弟哦，是舅公还是伯公？舅还是伯？请举牌。好，这个举牌，稍微有一点争论。好，有不一样的答案哦。因为女生那边应该是舅，哦，所以应该是舅公。Oh, 我猜啦 ，OK， 好，有阿嬷的来，他都没有提到他的兄弟啊，所以我也不晓得。对啊，我也没有看过，所以我就不知道。你阿嬷没有讲过他的瓜的，对，没有奶奶，真的没有，老公的奶奶没有提过 ，OK， 好，一样，舅公属于女生那边的，大概就是舅。这样子的，老公兄弟的儿子叫什么？来，是侄子还是外甥 ？A 还是 B？ 请举牌。侄子吧。哎，有两个不同的答案哦。老公的兄弟就是你的阿伯跟阿姐的小孩。来，爱子，爱子，你觉得是？老公兄弟还是乱举？还是他的理解题？
我老公没有兄弟，只有姐姐，所以随便乱猜。这一题我知道，你解释一下是怎样？因为女生是要嫁出去嘛，所以他们都是外。嗯，然后如果是在家里面的，就是侄子或侄女。对，那么会是这个逻辑。答案真的是叫侄子。对 ，OK， 好，没有错，是这个逻辑。外甥是老公的姐妹的儿子，他等于就是老公的外甥，这样就对了。OK， 太复杂，算了，通通都欧弟上欧巴上就好了。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主题，呈现说这个是多元文化，对不对哈？包容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我们都在学习。谢谢大家，谢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收看最新影片。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意见，想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点选旁边的影片。